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领赞美先生的立正歌啊，上一次已经课文大概都圆满了啊。今天主要是从上一次的那个长房找到那个典故来读一下他的典故啊。那他出自《神仙传》，那我们都不要看人家这个择录啊。啊，神仙传胡公嘛，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人家这个一般的那个说明哈，原来国学大师他也是可以找历史典故的，不能这里有吧？然后靖格洪《神仙传》，胡公在东汉费昌坊嘛，这是费昌坊，我记得没错，有这个学仙人胡公，随着仙人胡公学到有神术，能说地脉。啊，把地理里头的地脉，我们现在说龙脉，有没有风水学里头说龙脉？然后呢，这里当然不要以为只是科学园地理、地土地或地理的那个脉络，而是把土地说起来的意思。因为脉就好像我们人的经脉是身体重要的部分嘛，那地脉也是啊，地理里头重要的部分，那地脉其实就是讲土地了啊。那千里存在，千里能够说到一个小地方，它就没有存在在哪里就不知道。意思就是能够说，然后跟虽千里那么大的地方一样，能够在这个说的地方存在，是这个意思啊。目前宛然在眼睛前面，宛然，然是得样子，宛就是非常逼真，好像真的存在。就是这千里之大的地，竟然可以说在那么小的空间。好像我们现在是一部四库全书，可以放在一片光碟里这样啊。然后佛门里头有说芥子纳须弥一个芥菜籽可以纳一座须弥山啊，须弥大山。打一下，因为有些人程度的问题我们看我这个竟然有4000多人看呢，这个大陆人多人可。我们第五集。然后我们看过一次点哈，芥子纳须弥，有吗？就这个，一切法空原不相外，所以芥菜籽虽然很小，你那么我还得容纳整个那么大的须弥山。我跟你讲，佛教里头芥子和须弥山都不要科学去读啊，佛开示很多都是文学语言，并不是科学语言。尤其不是人类的经验科学语言，不要用人，这就是广亏了一策嘛。我们人的科学，你以为很科学可以测量宇宙？那跟人家成语里头讲，用管来窥天，用那个犁来舀水，有什么两样？那是在人有限的这个知识、经验和感官里头，它可能是准。超越这个就未必。我们讲一个一样是经验科学，科学家也知道。我前面好像发文有提到，黑洞都会扭曲时间空间呐。对不对？黑洞当然我们谁都没有看到黑洞，只有在天文望远镜或者科学上的计算上，那等于是类似佛门里头修行的观想嘛。科学家的计算、数学计算或者逻辑推理，它其实也类似观想的，就是一种不用肉眼我们能看的。所以佛法里头有提到什么佛眼、天眼，就类似这样。所谓天眼一样，不要以为是天神那个啊，就是不是人超出的人的范围的眼睛。就叫天眼，你用像我们人间这个肉体眼睛的眼就叫肉眼啊，肉眼凡胎。对啊，这样才能比较好掌握和理解到底人家要表达什么，不要老是用一张科学的词叫量尽一切的东西，这样你才知道为什么诸葛亮你会说我为无知嘛，我只是无知的，永远是虚心实事求是求真的去找事实的，不要听人家哦就那个，其实他就像我们之前。爱因斯坦还没出现前，牛顿三大力好像就是宇宙的法则了。后来才知道不是嘛？那科学伟大就是它能够保持，就是有这些真的科学，它保持科学的精神，不断去求真，才能不断突破。只要抱着哦，我们牛顿三大力最伟大了，科学沙文主义完了，科学就永远停滞不前了，是不是？所以科学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或一个 science 这个概念。而是求任何学问真理都一样，像佛他们也是科学啊，
他觉得不是在那谈玄说妙吗？不切实际，都是切实的去修行，然后才提。为什么？像我送我先母老佛爷一样，我那一天晚上在荣总，然后不发愿，没看到、没感应到、没感觉到妈妈真的往生的话，我誓不罢休。因为那时候妈妈我最重要的人，什么我都可以请假嘛，我说真的什么都不管了，就是专心念佛。至少世间法，世人也容许我们7期49天嘛。那时候就抱这样，完全就不想，就想只想佛号。那没有这样念，你怎么会体会？像我最亲的我姐姐、我弟弟，半途就回来休息了，对不对？你没有做，就不要去议是非。那我们有做，亲自看到了，亲自体验到。那你不信，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你又能怎么办？哦，不能这样哦，自己什么也要。如人饮水，什么都要自己去做了，再去批评或那管，对啊。哎，我刚刚那个为什么不能？冷暖自知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那这个要怎么查？一模一样啊。对呀，为什么查不到？这也是要给他提建议，对不对？难道是要拿句啊，逗号拿掉吗？也没有啊。来，一样又来了，给他写建议。那这条怎么着是那个吗？应该打个逗号也查得到嘛，对不对？啊，6点又要出门，我们是很赶。你看他已经回这个，我们是很愿意去，可是啊，真的人在屋檐，又要忙这个事件吧？啊，对不对？这个当然，他只是应酬文章啊，他收到。那个完全是公文，前面还有人问什么格式，这就格式。你看他也都静坐身体健康式，他只是抬头一次就不繁文缛节，这就对的。静坐是我助你，这个懂啊？不要连国家教育研究院都不懂，你看他靠右边，近视啊！你们大学生连中学生都应该这样，起码小学生就可以不用了，对不对？甚至国中就开始，这起码一二三这三个三部分一定要这样。就完构成一个最雏形的书信了，就很好，连这个都不知道，太不应该了啊！这个我就那个吧，我们先，哎，怎么跑掉？一样啊，我们还是静气着。这就不强迫啊，是否可以改进？这一次就不。
就不用再佛弟子了。不过我们跟他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写一下哈。何时敬起？那何时应该就知道我们是佛教徒或佛弟子。我倒是不以佛教徒自命，要去一个那种真的只是在佛门里头信佛教，为了求自身的安乐或那个自己的福报。我觉得学佛的精神当然不是求福报嘛，是求智慧。怎么会变成求福报啊？那是自私利益，那你求信人间的鬼神就好了。信一般的上帝给你赐福就够了，不需要跟佛学这个开悟法门，或者那个世界体悟人真宇宙的真理真相啊，上帝自然会给你赐福。魏典所说的论语，你看写完到自己再读一遍嘛，谨慎嘛。我们写教自传也讲过，真正常好，对不对？正确，第二个正确，对不对？因为你不要错字连篇，这是起码的礼貌，对人就是恭敬，人家会觉得哇，你这个人很正经，很严那个庄严，严肃。这个严肃不是哇不好亲近，就是很正经、很认真不是嬉皮笑脸、吊儿郎当的却无法有点说所说论语人，却无法用论语来减的。去，若去掉其中的逗号，检索也找不到。只能用如来女神或能量者来检索是否可以改进。提出如来女神能量者或如来女神能，再客气一点，麻烦你们。一样尊重人家啊，麻烦菩萨你们，这里就不抬头了如果要尊敬的话，甚至这个都可以抬，对不对？所收也是啊，它是一个动作，最啰嗦的反正涉及到别人的，你就可以抬了，这样就可以了不用一般的就可以不用那么这个就是要赔那个什么。我扫描的书嘛，那黄元胜老师和那个李松平老师吧，他们夫先伉俪两个，官司，所以每个月至少会5000，谢谢他们，因为我收入不多嘛，赔他们30万嘛，这样，好，可这个像著作财产权、著作权啊、智慧财产权，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好几次实进修论过，这也就不赘了只是刚好看到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不是我讲话都是有凭有据的，不是给你编故事。有的时候跟学生讲也是要给他们看，因为我在跟你讲故事像这个马对不对？为什么一直流的？我们烂报对不对？上我的课当然。压力真的蛮大，对啊，所以我就问他们嘛，什么叫上课？你上课是来打卡悠闲的嘛，没有压力。人家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你就是以前先天不良，你现在肯接受一下压力，把自己程度弄好，就游刃而已。为什么有一句成语叫游刃有余？对不对？你现在就是程度还不行才会。压力大啊，比如说你要学游泳或骑脚踏车，好，有没有压力？怕跌倒，怕也吃的喝到水，呛到水，有没有压力？可是当你熟练的时候，哇，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对不对？对啊，自己想想看，你学成的任何东西，不是刚开始没有压，像你考上文化大学，没有压力考得上吗？不是考上，就好像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去了那里去享乐。考上大学去享受，所以有些是以前你们老师或家长、师长们善巧方便诱惑你啊，大学很自由怎样？当然，相对于中学是自由，可那是管教上的，学业是不自由的哦，你爱读不得都可以过，天下哪有那个白痴？那你自己笨，被人家唬烂。那你只听那个自由，没想到自由是哪边的自由，对不对？自己没有想得清楚、很正确，叫你读这些书也不肯读，那怎么办呢？
压力，我没有压力啊。像我跟你们读实习学，我没压力。我6点多要出门，我都有感觉到底，哎呀，要不要来录？有时候还有点意向，可是不是说没兴致啊，就是背后有一股力啊。因为等一下晚上不像以前还没听课的时候，晚上反正都是我的时间，可能比较压力比较小。那可是这样压力下来，你看我们实习秀，你看我也学到多少东西。现在要讲的长房，不就是吗？对不对？对刚刚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啊？哦，宛然就好像真的。这目前你看就不要被白话文一个一个字就是在眼前嘛，目不就眼前啊？什么东西在眼前？当然千里存在在眼前。所以这里你看这里，我觉得他可能断句有问题。我们第一招是不是嫉妒？所以我说不要先看别人的，就会被干扰。那你们只要没有我们这个还原全部，你们只要没有我们这个功力的话，你就不会发现，因为我们比较熟练了嘛，就会发现他这个好可能有问题，断句上，因为刚刚我们读到现在，对不对？断句上，来，我们试着另外一种断句。所以你看，看人家标点的，他这样标，你就被他牵着跑。哦，你看，如果我这样断呢，有神助能说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对不对？对啊，能说地脉1000里之大，都能说起来，然后存在于眼前，非常清晰，清晰清楚，是不是也可以？甚至意思还更清楚，像什么千里存在，存在在哪里也不讲，对不对？虽然文言文常常是四字一句，我们前面读那个鹤前人证，对不对？文天祥先生的一样啊，你不能死于哦，它一定是四字一句。那放之复数，你看这一句就不是四字啊，应该是千里存在目前往来。那放之呢，复书如旧，你看它反而是六字句，有没有看到？对啊。因为那时候流行骈俪文嘛，葛洪啊，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晋朝嘛，这叫收放自如啊，这个收嘛，他不用收，所以都是文学语言脑袋要转得快。我们的收缩不是有这个词啊，放，这不收，内行的就看这两个就叫收缩两个字。你们外行人或者小孩子呢，童言童语，科学语言，阿姨你好丑，伯伯你好难看，都不会想好耶，你好漂亮啊，或者阿姨你比昨天漂亮了啊。那大人就会讲人话嘛，小孩子只会讲那种科学，说是说，放是放，说放就是收放嘛。那脑袋一转，不就通了吗？什么还有什么文言文，什么都亲，熟悉亲切的不得了的白话。那放之代名词用来把它放开，缩起来的东西收缩起来的，收起来的东西把它放之。又那复讲 n 遍的，对不对？复兴中华文化不是有双人旁，因为它是简化字，书如旧也。书就书，我们说书开信，对不对？书，所以为什么说书服？刚好那个前面刚同学不是讲，压力大就会紧缩，对不对？压力把你压得透不过气，可是现在没有压力，释放压力，是不是就舒服了？对啊，一样的道理啊。这书就伸展放开，书就是这个放字啊，书放的换字。如旧，好像之前还没有说之前，长房说弟子传说中方士这个是药方的方，配方药方，因为他们会炼那个什么配方，长生不了的仙丹，所以叫方士。他们很有办法，很有技术，很有法术啊，办法就方法，所以叫方士啊，方法技术很厉害的，所以叫方啊，一像。法术化缘为境，多用以形容思念故乡或异地亲朋。有啊，可是我们地震更当然不是这个，对不对？他只是说来了很好，太好了。上一次没讲到这个，你看看完了这个，再去看这一句，是不是更明白了？安得长房说地法干什么？能够控制土地。这里不是要收缩，把它收起来干嘛？带回做二做，那我们刚，对不对？我们上一次就是到这里，这里给它做个标识，区别，
是不是？啊，安得长芒车裂啊，博士，对错问题带回二座，不是为了什么？思乡。对不对？不要再地震或大地震，对不对？能够控制大地就是解决。是不是跟我们前面读的一样？我没有办法，所以只好随浮沉嘛，对不对？此生有，因为我没办法，哪里能够得到这种控制土地的方法？不要再有发生这种大地震。然后住在我们这个宝岛台湾，对不对？或者大清国土、中华大地上，才能没有再被地震威胁，不会再被别人威胁。免烦忧。所以他这个中心点是要能够控制。对不对？能够控制，也不是化远为近，不需要，这里都不是化远为近，不用说大为小。不是为了。这个我们就是一起，那这个我们小一点字哈，不是，那这个小字就好了。我看我并到这里不行，算了。所以你要知道人家用点是用在哪里，精神是什么，重要是控制土地。买能够控制，控制才是他的啊，能够控制，控制才是他的要点。这个是用清朝人用这个典故的作为例子，战学长邦说地权为蛙式补天。你看蛙式补天，我们前面看列子那个典故，对，东南虽缺地无缝，对不对？女娲是补天，这个权是权且权变啊，权宜措施的权，权作为，权做女娲补天这件事啊，暂时学长非常棒，能够说地，所以又来了科学语言是说，可见。又来了七星二嘛。然后我们科学语言、文学语言，然后对，文学语言已经有啊，科学语言，可见说地是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什么？控制，对不对？你能说就是能够控制嘛。是不是？啊，懂这个，不要说就是说了，你能够收缩自如，对不对？所谓。
收缩当然奇怪，收缩是同意的嘛，这个比较对了。收放有，收缩起来，收缩，对不对？所以你看都同义字在那搞怪。放开，舒展，我们用它原来那个舒，对不对？收放字。好，接下来是《神仙传》，那你也顺便读《全真传》啊，看这个啊，它还举很多啊，这个蛮不错的百科故事。我们已经录了嘛，这个可以值得收藏的啊，这个网站，因为它比一般的啊，它可能只是把一些相关的词目收集了，资料应该还是汉语大词典。天下文章大抄，网络资料更资料。好，我们当然是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系统啊，2:30了，我们去用餐，这也找《神仙传》，对不对？一样挑个好版本，他也没几本，只有四多卷。那我们当然看《沂蒙广读》了啊，你看都不会先选《四库全书本》。啊，一般你要，可是这个他好像不能 OCR，他没有做 OCR，哎有哎，好很好，香案读，这个案还是你看这个很明显字形结构是不是换部首啊？这个木写在左边嘛，啊这个木写在下面，这样而已啊，是不是？好不好？你说该不该学我这个？要学方法，不要。这里是给他做一个那个啦，方便以后要检索。那这样可以，我们《神仙传》就他在最后面啊，《神仙传》这里已经有人做这个关联了啊，《神仙传》哎，跳到这里来。晋葛洪传有吗？明周礼晋教，啊，周礼晋就是这一本《沂蒙广读》这个套书的编者，他有这个异体字，然后用这个异体，他都空一格，你要给他空一格，晋有空一格，明周礼晋，葛洪之间空一格。称职者，古之先人啊，那这样就好了。我们不是要看广成子，我们要看什么呢？非常坊，对不对？广成子、宁封子，还是神仙的。这是广成子。这我们刚刚加的，广成子才是嘛，人家那个加的是做错的，啊，上一页是什么？可能就是《神仙传》目录，上一页还是《神仙传》序，接下来是《列仙传》，因为葛洪是道教人物，这个仙就是道教里头成就的圣贤，这不是现在人的啊，成见这个是神话迷信，人家假霸喜欢编一大堆故事来迷信，觉得现在人才迷信，迷信什么？迷信科学，非常主观。其实哪个时代都一样，我只是说像这种先贤不是假霸喜欢爱迷信，对不对？可是只要没有读书，脑袋被开化的那个老顽固啊，是。什么都迷信，我跟你讲，哪个时代都一样。不要说你是科学时代就不迷信。
所以我以前也是跟着大家这种瞎起哄啊，现在懂了就不会。哇，那我们这个脸书的只能下一集了，我也悠哉悠哉的去看吃个饭，不过一次也至少要20分钟，半个钟头，甚至看一下学佛答问，我2点半到3点，净空老法师的。好，那我们回来再找这个，我们先瞄一下啊，看有没有非常榜。他是汉朝人，所以应该蛮后面。没了，那就是胡公了。别忘了，他跟胡公学。奇怪。胡公嘛，《神仙传》胡公，我们大眼睛嘛，也许你们已经看到了，我怎么还没看到胡公？那不会是《列仙传》吧？我又来个，又来个以讹传讹，贺前人证的话，真正哦。怎么到轮到我伸手伸再来订正啊？这些拿薪水的大学者在干什么？真的没有哎，搞什么？我们用关键字查，说地，找不到就得录他这个啦。说地嘛，说地。搞什么啊？为什么等到我们来订正呢？没有哎，太怪了。啊、哦！哎呀，还好中研有资料库，应该有没有？我们找四库全书。竟然要去吃饭去，哎，前面才说精彩，这个也是啊。为什么那么多精彩呢？忙都忙不完。你看有没有神仙传？哦，胡子吧，啊，你看，哦，胡子，该不会是不抱胡子变成？那不可能，连片名也错啊！长房说地脉，对啊，这个。这不是，它只是落而已，那是脉的一体字。后汉书有传，后汉书有传为什么要见神仙传胡公啊？大家都这样讲。他这个没有收神仙传吗？你看，说地是很普遍的典故了，那么多书都收。没有哎，啊，要查四库全书。一样回来，我们看四库全书本说地。刚刚找这个有四库本吗？
呦，武功哎，刘根后面，沈先生救很久。哦，这个没有分卷呢，对不对？而且那么少，哦，都在谁的后面？看他这个应该是有。我给他做这个是方便以后去点那个片名，哦，刘根有刘根吗？李根其实这两个版本还不同哎，完全不一样，两个都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是结本吗？哎，都是葛洪啊。好，等一下回来再继续啊，我们暂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嘞。好，要准备出门了哦。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吃完饭就跑去昏睡了。这个只好用四库本了哦。阿弥陀佛，大家坐礼一下。哦，那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我们可以看，就是我的现在的点教本。哦，我看我电脑里头有没有。暂停一下哈，石进秀竟然都忘了开，都没有录。哇，至少录了多久？46分钟。要准备出门了。抱歉呐，就要看那个。那为什么吃完饭就跑去脸书的时间那个直播了啊？又忘记开了啊，没有跑。这个只好用啊。下一次我们一样，反正我们这一节课闲话蛮多的啊，正好。然后下一节课一样就是《神仙传》这里开始啊。然后可惜这个《南华真经》刚整理的时候没有，这里没有录到，没关系啊，脸书直播有用。脸书直播我会做时间轴，你们有空来做，或者我有空去看的时候再做。好，阿弥陀佛，抱歉。我下一次一样从神仙站来读。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明天是早八的课啊，我们还是把握时间，因为最近好像世界颠倒，没关系，反正晚上既然睡不着，辛苦一点也没关系咯。我们上一次好像那个一起读懂石进秀没有录到，你们就看那个脸书的直播啊，这里就先略过，然后我们快速讲，再重复讲一些前面的武功了啊。武功者不知他的姓名啊，姓什么名什么，就好像辕门关皮里头的太阳太守某啊，太阳知府某啊，那个连姓也不知道。今世所有，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忘了，现在是指葛洪东晋的时候，所有的啊，凡是有的招亲，我这个所有跟白话文是一样，可是一样我们要回合有的的意思，所对这是代名词。是有这个字的受词啊，今世有的招训府，那有的的意思就是凡是有的都有，所以他后来所有会有凡是全部的意思，就这样来的。因为有的都是嘛，
就没有例外了，所以他就有 totally 有全部 sum 总计啊，所有这个词义是这样来的。原来文法是有的啊，所还是代名词的，就讲好几次了啊，那个所要倒过来读，所有就是有的，只要有的存在的都是。像昭君符啊，昭鬼神治病，王府符，这好像现在的王爷，真不可思议，东晋就有，不过好像我们现在的王爷啊，是唐朝以后才有啊。在凡二十余卷，皆出于缺出之，这里余就翻成字比较对啊。可是他本来还是在，皆在，可以倒叙重组，都是在胡公那里出现的，跑出来的。那都是在他那里出来，不就是出自吗？啊，所以后来才就会有出自这个词了。你就可以用字，要知道这个字怎么来，大概就是这样。故总名为，因为都是出自他，会全部隆重，字形结构换部首就是这个字。那这个字呢？这个总啊，其实应该是写这样才对啊。啊，这个变成呼了，不是总。右边这个是匆匆嘛，哦，这字根是匆，所以这个是误嘛，怎么会念总呢？跟发音总差很多，所以这是这个字的形额又差了一撇，漏写。哦，那用久了，大家积非成字变通了，通假字这样，这是因为形体讹误而通。哦，那其实有总统的总，哦，那总统的总也可以写这样，哦，就是这样。可是绝对没有写呼的啦，你看现在电脑没这个字，因为它是错字。嗯，全部总总就是这个所有啊，所有就给它一个总名叫胡公符。汝南呢，费长房这里是汝南人啊，费长房可能费姓名长房吧，啊，他做这个市场的这个办事的啊，主事者。主事者那类似院、哦、那院上一次参考我们上一次那个脸书可能这 一起读懂实境秀没有录到、嗯、原来就是这个院呢字形结构换部首，你看它就是念院的声、哦、所以你用院来帮助那个读音就好。那辅助辅助市场运作的，那院就不是主管了，那是这个市场可能有个主管，他是比较高阶的助手啊，所以院你看圆有边缘的意思嘛，在你边缘不就是在旁边辅助嘛？其他的就像脸书直播啊，上次讲的很细啊，讨论很多。那动词是这个意思，辅助名词就是辅助的人嘛，所以他是官辅，官辅有一个长官就叫官，对不对？那个是主管，那他的属员附属就好像我们上元梅官匹克一样，那些利益啊，利益叩头那些利益就是他的属员。一直要加这个都还没加，因为有时候讲课都会讲到，这个是古典的就好，啊，大家知道哦、啊，所以他这里是说他可能在那里做他的市场，那这为什么是市场，不是台北市县市的市？上一次也讨论过啊，这里就不讲，因为他后文有，简单一点讲，后文有入到这个市场嘛，既然是卖药，当然不是到台北市卖药。哦，应该是一个市级比较对，台北市或一个县市，它不可能只是卖药嘛，或者卖东西而没有别的事，所以这里才会判断这个市应该是市场的市，所以上下文很重要啊、哦，不要看前面忽略后面，或者看后面忘了前面。所以为什么九阳神功或七星大法都是把上下文写那么大的字，就提醒大家，所有的这一些方法。按读的技巧或思考的线索都会总要回到上下文去判断，那就像我们九阳神功最后一招对错，你这样解读对不对，你的想法你的读法你的看法对不对，都要回到作品和作者去判断，那作品和作者都有上下文嘛，作者作品的上下文很明显就是顾名思义，对不对，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哦、上面下面或前面后面的文字，那那个作者的上下文就好像作者的一生啊，他的传记，他的个性啊，
就形成它的上下文脉络啊。在我们讲这种上下文的时候，其实也在用七星大法，对不对？原来是指文章或文字的上下文，可讲作者一生就好像他的上下文，一生就好像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时候，这是不是原来是一个物质的自然物的书，用来形容这个人精神层面或者人格特质啊？所以到处都是这种七星流动的那个啊。当然，七星只是提的一个大纲给你，不是说只限在这七星。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死在一点上，永远要注意力对立面。想到时间，要想到空间，想到空间，像我们常讲的，生病的病，对不对？有心理病骂你神经病，你就不能去看医生。可是有生理的病要看医生的病，还有个长短的短，对，时间长也可能是空间长，对不对？距离长，那长短的短，或者长也一样啊，讲短也一样。我们长的话，还有人的精神人格上的长，对不对？我们说长处。你的长处在哪？这时候又不是时间，又不是空间，却是心理人格，对不对？也不是物质嘛，物质也有长，这是人格上的长短，这就叫七星。一个长，你看它含蕴了多少？它其实里头就是七星在流动。哦，这心你就想成人类精神的里头意涵或意义符号的那个流用性啊，互相流动变化。你这样脑袋才是活脑袋，不会死脑袋。再来这个，接下来，好，所以他做市这个市场管理员的时候，当然不是主管啊，所以叫院主管的话就要叫管呐、啊，管或者官嘛，管全部，所以他写院啊。他做这个我也是做的，也是作为啊，像我为老或者是啊，可是这里是当然比较不通了 啊，像我为老师可以说我做老师的意思。这就作为这个，但是想不到，忽然就见到这个公公，你看，所以刚才提到上下文，读后面不要忘前面，因为前面他提到了，他能省他就省。你看《四库全书》是这样抄下来，你如果能抄少抄几个字，不是比较轻松吗？这是人性嘛，那何必还要写那个那些罪字？那你在读的时候就要注意，人家敢省略，一定就是不怕你读不懂。你要注意上下文有没有限制。你看他都提两次虎公，甚至偏提到虎公，你还看不懂，怪谁？你笨，对不对？那变童言童语，什么的，每次提到虎公就要连虎带公一起提，那都不能变化一下，伸缩一下，对不对？忽然就看到这虎公从远方来，这远你看他都是前面有提到啊，这可能是狄字文化的啊，出《四库全书》那个商，那个树商啊。要感激一下人家，当然也可能是他们自己打的，谁知道、哦、天下文章一大堆，也可能直接扣笔来。我想自己打的比较不可能，谁会像我们那么撩杠，对不对？暂停一下，我泡的茶袋倒一下哈。他就看那个胡公远远从远方来，可是在市场里头没有一个人认识，所以这个人是集合名词，所有人的意思，对不对？人皆不是。不是单个人，因为他后面有一个接人末四字，他没有末了，末没有四字，这末就没。你看末和没是双生字嘛，末没都是么的音啊，声母音。不没认识他的、哦、他就是这个胡公。那他卖药一样，那个前面都讲很多了、哦、那个他，所以你要学会这个是代名词。你看到处文章都会出现，你就会去判断，也会读懂啊，比较有机会读懂。他卖药哎。开口就是没有第二个价钱，这个前面也提过了，我们现在就带过。治百病皆愈，而且那什么叫治百病皆愈？什么东西治百病？往前找主持嘛。他卖的药当然不是他，他卖出来的药啊，他开口不二价，可是你买回去治百病什么来了又来了。百是什么意思？百是文学语言嘛，对吧？科学语言就是100。文学语言就是怎样，不止100，反正就是很多啊、哦。什么疑难？我们说杂症，杂也有多的意思嘛。会讲杂志就记载很多杂七杂八啦啊、哦。所以百就是杂，就是多，懂不懂？那带回去看你怎么翻译比较好。就好像我们在谈论袁枚官癖的时候，太傅、文奇、诗，对不对？
文学语言是听到，闻是听闻嘛。啊，那这就好像呢，就文学语言科学研究是谁给我们启示？是七星大法给我们提示，对不对？有科学，有文学语言，啊，字面上是闻启示，可是呢，你翻译的时候可以说知启示，知道这件事，我看到了这件事，甚至看到这件事都可以。这是什么？是不是五官会会通？对，不要死在一点上嘛，啊，听就是听，跟看都没有关系，不要死在一点上，永远要注意相关或对立面，对不对？那再回来这里。一样啊，百是科学语言啊，你就看字杂症、疑难杂症都可以学习，是不是也很好？治任何的疾病，因为很多的疾病也可以嘛，就同言同语。文学化一点，就是任何的疾病，你治很多的疾病和任何的疾病，是不是很多的比较像小孩子讲？对啊，这意思你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怎么要治。懂得他要表达，一不要执着在文字上。那马明菩萨也讲，读经不着文字相，连这个出世间都要这样。我们世不要说出世间，世间读都要这样，有这种文学语言头脑，不要科学也呆凉，跟小孩子一样。阿姨你好丑，北北你好难看，怎么可以讲这些科学语言呢？人生本来就不是光科学语言啊！你读人家，你要留意人家是不是用文学语言跟你沟通，你还用科学去读，那你怎么找得到他的意思？你怎么能够掌握他想要表达？那连庄子也知道是要得鱼而忘前，得意而忘言嘛，对不对？得到他的意思，你不要管他写什么字。那有些人就太执着，像那个陈一仙牧师，对吧？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常玉老和尚。你们有科学精神很好，有时候就避障，就叫所知障很明显。哦，太认真，有时候认真的过程会变成所知我见人见，有没有执着在自己？那所知障就是你们对文字的认知，你以为文字就只能这样读，甚至还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你就很可能很容易去轻易的否定别人，然后也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所谓老顽固或死脑筋的倾向。我不是讲这二位菩萨，我是说一般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你听我们的课很少说哦，都讲自己绝对对，别人都绝对说很少。可是我们也纠正人家很多，为什么？那我也不敢说我们绝对对，可是至少我们两个比较，我绝对是赢你的嘛，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是不是？是这样啊？哦，不是说应去要否定别人哦。当你有这些，所以苏格拉底来讲，我无知嘛。我只知道我无知，你就不会说对，绝对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别人一定都是错的。好，那个接下来是语啊，语卖药者曰：“服此药。”这当然一句讲啊，他的药是开口不二价，而且你看不二价跟白话文一模一样。请问这一篇是白话文吗？所以白话文很多用人家文言文的，然后你说你是白话文。我就搞不懂这到底是何方的真理，对不对？他就欲卖药，那又来了。这如果是语的话，讲不通嘛，变名词。欲卖药者，言语卖药者，卖药这个者也讲 N 遍了，对不对？你学会是不是都会？卖一定动词，卖药也知道是一个动作，在卖药，所以后面加个者，你就知道卖药的什么人嘛，啊，然后。欲卖药者曰：“服此药，必吐出某物，治百病皆愈。”欲卖药奇怪，其卖药，那他又欲卖药者，那可能是他的同行只能这样，因为欲谁？这个欲我们念欲为什么？先抓动词，它是动词，告诉谁？告诉这个省略主词，你要找对主词，第八招，对不对？这个胡公就告诉卖药者，那他自己就是卖药者，那就可能他同行。告诉卖药者说啊，那约就说：“服此药，必吐出某物，好，某入当欲。”应该是欲买药者吧？我还是觉得怪怪，对不对？后面说你服下我卖的药，这个样的药一定会吐出某种东西，那东西就物。那某物哎，某日。在某天呢，
应当，这个当是不是跟前面这个一样？啊，所以你看温故知新多的好。我当有一小时，这个未来是我会对未来的一种预期预言，那这里也一样嘛，对未来的一种预言，未来的某一天会痊愈，所以愈让自行结构换部首，你要病愈的愈，不是寒愈啊。皆如其言，都像，所以这应该是买药者嘛，跟他买药的，怎么卖药的呢？不知道是他版本有问题，还是事故缓存操作操错了，不用心。这里我们就要加一个了，顺手真难。依据文意，哦，文意竟然放那么后面，现意敌对。哎，这不是文艺啊，是这个文艺。这要重新排一下顺序啊。敌对也蛮常用，现役比较少用。文艺，敌对就放后面比较少人用。文艺，我们比较用的，我比较常用的是文艺。一文一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买药者嘛，然后呢得钱皆如其言，皆像他说的，如就像，那这个引号弄错了，这个他讲话只讲到这里，都像他说的，你看他还是这个棋嘛，就是他这个虎公他说的，他的话，这个言是名词话，就是他说的话，他前面预言的，某一天就会，这某天不是说他讲的含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的天，所以他只是概括性的描述，才用某字，他对那个。他说接他后面既然写皆如其言的话，他告诉卖药者一定是讲一个具体日子日子嘛，那人家确实是这样才会觉得他很神嘛。只要他含糊其辞，那有什么了？那当然未来会好，那只是也是很神，可没有那么神，对不对？如果连好的哪一天会好都被他说中，那才更不得了。这里既然是神仙，一定是神嘛。那得钱日收数万啊。他得钱，每天的所得了，得到钱呢，每日得钱，日收十万，要这样断啊。每一天日就日日，每日收到的钱都是数万，和谁？哎呀妈，这样我们那个孙守正案就会啊，一文一卖药者，应是卖药者才是，我的妈呀！然后，而随施与世道贫乏激动者，他的每天得钱有数万那么多，啊，真是万贯家财，而且是每天呢，不是一辈子。然后马上就，对不对？而随后。随后马上的意思，但是想随后就布施，施给，施与这个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动词，与是给予赠与、啊、给世道，这个市场路上就叫世道、啊、因为他说在市集卖药嘛、啊、市场路上道路贫乏激动的人，对不对？你看者会读了多少都会，那所留者甚少，所留就是留下的很少，那他加个所，你就不要读这样，所留就留下的，对不对？因为他后面已经有者了，那留下的什么？留下的钱，那所就知道他这为了强调谁所，
自己留下的，啊，胡公自己所留下，所以这个所有强调用法，讲这个动词的主人是谁，是这样慢慢衍生来，有没有？这样就很明白。所以所留就是胡公自己留下的，这个所要翻的话，就胡公自己强调他自己，啊，留下的的就者字嘛，我们讲过文言的者就是白话的的嘛。它还有声音变化的关系，对不对？支持之短得疼呢？那得什么得人？得钱？对不起，得钱甚少，非常少。那长轩一空乎于座，所以人家叫他虎公嘛。那座上于座上，这个当然就通这个座座位上。嗯，他在或者坐的地方也可以啊。他原来是动词，后来衍生成是坐在哪里的地方。常常悬挂的一个空空的胡子。一个空空的水壶啊，或什么壶，在他的当然省略，他坐的上面，坐的位置的上面选一个壶，然后日入后之后，太阳入到哪里？地平线之下嘛，或入到山里头啊，就是日入就下太阳下山之后，跟白话一样的后面，这个字就的太阳下山那个时候的后面。啊，这个后当然不是空间的后，清清大法是时间的后面。功则美美，动则得咎的则啊，那则一体字啊，美美啊，它美美就可以翻成就了啊，美美就怎么样？每次都这样，所以就可以翻成就嘛，都会这样做。他就会这个胡公就转足，他把自己的足转折，什么折一折，像盘腿这样啊。那你也可以涂成转脚，然后脚转动就是回过身来，对不对？转足就脚转了，身体也会跟着转嘛，那叫转足，好像跳舞这样，旋转自己的足，身体也跟着旋转。跳入湖中，人莫知所在，这莫又来一次，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没有人知道，人又来了，很好，在的何处叫所在？在这个所是有一语双关的，除了在何处，也有。他省略了谁在何处，对不对？胡公在何处？胡公的所在啊，人莫知胡公，所以他省略主词嘛，啊，留下这个在这个动词，他在哪里？他就跳入湖里啊，那不知道他到底人在哪里。只有长房于楼上见之，啊，知其非常啊。哦，这里只有长房在楼上见之，很好，见到他吗？不是，见到他跳。转足跳入湖中那个动作，要从楼上来找哦，他是跳到了湖里。那一般人都只看他一转眼间他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在哪里。那刚好费长房在楼上刚好偷看到，于是在看到这个动作，他这个举动，所以就知道他的湖公不是常人了。你就知道我们非常 very 是怎么来的，不是平常是不是就？很特别，对，是这样来的，哦，非常，原来本意是不是平常，后来引申就是超越平常，那包养人家你非常好，对不对？这是正面的，非常坏当然就是负面的，也余伟柱就啊，长房乃日日至少处工作前地啊，他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啊。这个长房乃长房于是呢来了，你看多好，就舍不得关，是不是于是？这也是于是啊，温故知新，这样上那么多课还会不知道哪里就是于是，对不对？长房于是哎，每天你看前面只用一个日，这里哎，对不起，不是这个日，是前面日收获多一万钱，有没有那个日？这个是太阳的日。这是日子的日啊，不一样，同一个字意思不同。原来是自然界的太阳，后来是变成时间性的太阳。原来是自然界空间的那一颗太阳，后来变成时间性的太阳。你看到处是七星太法，讲不完的，你们以后自己去领悟，不要每次都我讲，对不对？所以是我老王那一瓜嘛，不用心只把那个。笑话人家，看人家笑话那种心态，对不对？对呀、啊。
拿来用到，你看还四个人拿来用到去体会我在讲的这个，你说你还会是这种 level 吗？啊，其实人哦很可悲，他们才十八二十，已经你看是不是已经老？但是他们以后人生大概就这样，除非碰到什么挫折，吃到苦头，他才会变嘛，啊，才会痛改前非，否则大概就是成型了，啊，已经顽固扛过力啊，哦，真可惜。真的可怜悯者，就是能怎么办？那我们老师讲都不听，你说你讲的他会听吗？所以什么叫目中无人？就是这样，有眼无珠啊，没办法，就觉得自己是最棒。好，那长方呢？日日至扫除工作啊，自己扫除，你看大扫除现在在用，请问是白话文文言文，我就搞不懂。他明明是文言文，扫是扫地，除是把不好的东西除掉，这才是扫除的意思。我现在要扫除扫除，我问你扫什么意思？为什么用除？加减乘除什么关系？那字是亲自的意思，亲自去把他的座位。你看他前面还用这个坐，对不对？然后，所以你看他在他的座位上挂了一个壶，在太阳下山，人家看不见，他就趁这个机会跳进壶里头。对不对？所以人莫知嘛，因为晚上了嘛，比较看不清楚。以前又没那么多路灯，对啊。我这里用这个做，这里用这个做，你说呢？对啊。工作他坐的位置前的地，而且呢，而且就挤嘛，哦，供状物，啊，供养这个胡公，他的有酒师先生传嘛，哦，传你看有食物的食在左边。啊、哦，物是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前面修饰指定是吃的方面的东西。那胡公受而不屑，他接受可是不道谢、哦，感觉好像很蛮傲慢，对不对？我想，如果是这些人的话，早就把人骂臭头了。哦、所以有个词汇叫什么“浅人”嘛。我们不是在骂人，都是讲科学语言，非常肤浅。你看，我们对他，我们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啊，把你讲成这个哎，你看你对他好，他也不跟你谢谢。假如是这些人去供养他，嗯，早就把胡公骂臭头了，对不对？这个逻辑很明白嘛，嗯，很浅嘛，肤浅。他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啊，也表面的假象啊。那费长房当然不会因为他不屑就跟他计较啊，像那些大学生一样，是吗？恭受而不屑。啊，接受而不反而，而不会去感谢他，如此积久，积久什么东西？省略了时间嘛，累积了好久，这个久是长久，这个时间长久，这个久是久的一体字，长旁不屑，哦，那些学生一定谢了，对不对？才上我的课一学期早的，没几天听到他自己不爽的，觉得我都在讲闲话，评分帮是不公，我早就谢了，对不对？啊、哦。书也不想读，课也不想上，人家不屑，所以尔曹生与名俱灭，不要说生与名，在活的时候自己都不想留名了，死后呢，阿弥陀佛了，长久不屑，长房非常房是不没有不会懈怠，也不会也就亦不敢有所求。他就是觉得他是非常人，就是要礼敬他，不敢有所求，很好，有所求，白话文也在有，怎么读？有求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有他就是所嘛，强调求是谁在强？有他求的东西，这时候得东西，你可以说是省略，可是比较合法的应该是这样，有求的东西比较好，因为主词常常可以省略。反而受持你省略比较奇怪，啊，主持你刚刚前面就看到好几次省略了，因为前面有你可以从上下文去补嘛，嗯，这样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有所求啊，无所求，为什么用所字？唔知，唉，就会在那讲这些无为不为，论人是非，谈是非，喝开饭量，公之常防笃信。对不对？知道他是一个笃，而且有诚信。什么叫信？他有什么诚信？这个信就是老实啊，
老实的人讲不讲信用？讲信用，懂不懂？这叫科学语言。我刚读的是文学语言，你信就是信，你就不知道信讲老实。老实的人是讲信用的嘛？这有逻辑关系，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嘛？一个老实的人一定和是讲究信用，这叫充分且必要条件，对不对？一个讲究信用的人未必是老实的，对不对？他只是讲信用，他未必老实。可一个老实绝对会讲信用。这逻辑叫你们看，如果想得清楚，好好自己去自修。我那时候也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弄懂什么叫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简称充要。公就知道这是非常浪费、非常赌实而且老实的人、所以强调两次，就同义副词嘛，赌就是信，赌就是有老实的意思啊，赌实啊，他有强调深厚的。就告诉长方，跟前面的语一样，要念预告诉长方说，字幕你看都是等到日入了，大家看不清楚啊。日入就是暮，朝朝暮暮，无人时，没有人的时候，更来啊，再来，这更我们讲过啦。你看多好，得到多足，哪里？灵山梅哪里有更？对不对？心转愁就心更愁，然后呢，窘逼转愁更愁，所以更多的转折，对不对？转折就是你不要来，到时候再来，那这不是转折吗？所以看，你看这不是表哥原理，你看这看这是血缘很远的，你以为再是再更是更，更来，你看无论是更来。来，我们查一下字典，我会不会跟你讲更有在的。转折嘛，因为来更啊，你看更改，我们那时候才说转，对不对？你自己复习前面十进秀，因为更换变更，所以更改转变。就是从这个变把这个血缘关系就拉出来了，就串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它是从更这里衍生出来的。那更因为它是副词嘛，动词是更，副词会念更，所以这里要念更，可是它的意思还是从更改来的，对不对？我们一般知道是越发，你看是不是再来嘛？很好。欲穷千里目，再上一层楼，多好！对，因为他有转折更改了，不要停留在这一楼上，要上更改你先前的主意，再上，这才是真国文活国文。你要把它弄懂每个字的字义，不然你再是再，更是更是更，觉得好像两个不相干。你看，所以你们以前学的国文就这样啊，对不对？更来就是被再来，那更为什么有再的意思？不管。你看，刚刚有人来看，瞄一眼就走了，随便啊，就好像你看，今天我们在上佛陀一生真实的故事啊。佛陀成佛，第一个成就的是教成如圣者，可是他碰到第一个却不是教成如，前面有两个在家弟子没成就。后来今天上课有提到说，碰到两个苦修者，结果呢，跟佛不透气，连佛都这样，我伸手伸算什么啊？这我怎么？你看我再三只能感慨嘛，包括来看直播的，佛来也一样啊。所以哦，慈悲心太切，对不对？你看那个反而就转折，你等到人家都看不到了，人家不想来，你反而再来，是不是也通的嘛？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字看起来不一样，却可以通。就好像清净道把流通，对吧？这个通不是表面上通，要看到深层的。好像我们讲袁枚观癖是人文趣味，它是有趣味小品，那个趣是深层的旨趣，不是表面上嘿嘿哈哈的，像现代人那么肤浅。就好像小孩子，你看随便讲一个或想个
哄哄他，他就笑一样啊，很肤浅。因为小孩子没什么知识，没什么深度嘛。你看多少人真正长大啊？哦，很好，这教学将长，还刚好很有名的诗句。那这个顺便提吧，《红楼梦》讲什么？最后一回，雨村听着却不明白，反而不明白嘛。哦，虽然听得，但不明白转折，对不对？虽然听，可是听不懂，知道先机也不便更问啊，更去问，对不对？知道虽然是里头有什么天机或先机，也不方便再去追问啊。那保留就是怎样？不更问就是保留现在的姿态，保留在这一层喽。现在对不对？就不去更改啦。你看年复一年。一再重来，那在的话，前面那个不去，后面那个怎么来呢？所以前面呢要先去除嘛，前面才说扫除，所以它都有更改、废除，对不对？推翻了、造反了，不就推废除了？所以你看这些都有相关的，语言与人生啊，哦。然后呢，常房如其言，照着他的说，如不就像嘛？那翻成白话就照着他说，照着做，不就像他说的话，他。的话，这里就不是代名词了，转成什么？因为话是名词，转成形容词，对不对？他的话，谁的？胡公的，而往公哦，如其言而广公，欲成而往，对不起，断句断作。他如胡公交代他的话而前往啊，等到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前往，然后公就胡公就告诉，这里可以一句话哦，讲完。胡公就告诉长房说：“哦，你看这一上完这一课，预约还不会读，就三遍了，对不对？预是告诉，约是说嘛，这个卿见我跳入湖中时，卿便随我跳，自当得入啊。当你看到卿是卿卿我我，就你我我啊，尊称人家。你看，所以他对他很尊敬嘛。所以你看，大成就者怎么会像这种动不动去讥笑呢？”刚开始他不屑，只是要考验他是不是诚心的，对不对？你们这些，哪一天真的碰到什么，你只会造业而已，还会怎么样？对不对？人家给你一点小考验，你就早就完了啦。你看人家不谢谢他，就是考验，可他不懈怠。读书是懂做人，领悟自己的层次，知道自己的不足，不是拿来考试进度怎么样。你看这些关心的是这样，不关心自己的程度有没有提升。读了英文系又能怎么样？只不过懂了另外一个英文，还是凡夫俗啊。就这样，生命到了尽头，受的病魔的折磨，没有病魔福报好一点，就这样死去，人生就这样结束了。阿弥陀佛。想到这个，我们真的是为你流泪啊！哦，你们欢喜就好了。我们唯一安慰的就是，反正他们也自得其乐嘛，对，都觉得自己对的，然后，只能这样。我今天假如他受苦受难，大慈大悲都想帮助，那他不受苦，他还在消耗他享受他的福报，那就让他享吧。佛菩萨，我们就离得远远的。人家你看世间法有一个助缘力，是廉颇还是蔺相如嘛？蔺相如都做得到，我们佛弟子修行人做不到，佛陀、佛菩萨做不到，所以蔺相如可能也是佛菩萨的化身，对不对？就算不是，你看连凡夫有修行的圣人或贤人，他还不到圣吧？啊，可贤绝对有，或贤圣的层级，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对廉颇，你们真的是小草了啊！蔺相如离你们还太远，人家说。望尘莫及，就不知道缴那么多贵的学费来受高等教育，为什么这样？真的叫自暴自弃，对不对？孟子说的嘛，自己糟蹋了自己。阿弥陀佛，然后，对不对？他说你呀，看到我，因为他一定也知道他在看到他，也应该是不知道，应该也知道啊。我想他有神通啊，神仙应该有天眼吧？哦，你看到我跳入湖中的时候，你就变
随我跳。你看，变随我跳。我问你，这除了清比较文言一下，你变随我跳。白话文言四库全书哎。现在老法师净空老法师在办汉学教学文言文，请你们这些教文言文的老师，希望不弃我这个没有名的小咖，好好教你们那些学生。我问你，这到底是白话还是文言？变随我跳，哎，东晋时代的文章哎，多古早的、啊。嗯，你不觉得你被这个民国以来开始推行白话文运动这些号称的大师胡子这些程度就真的该现在我想一定要去低受一下刑，误导多少众生。我觉得他们的罪业绝对要去低，当然他们不是说造什么大，光这一点应该要去低受刑。断人法身慧应，真的误导太多人，文言白话这样对立，然后讨厌文言。新文化一方要打破四旧历史，经到后面，后来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现装书丢到茅厕，丢茅厕不准跟我讲变随我跳，随我跳。现在综艺节目都随我跳，随我跳。卖个供，你在讲文言文啊？为什么当初都没有这些国学大师？什么那时候还有顾鸿明在他们跟他们吵？对不对？跟我胡思乱想，为什么不拿出来？请问这是白话文言？文言好不准用，你就随着我跳下去，不要随我跳，你就啰嗦一点，多讲几个字。连差不多先生传胡子之写的差不多先生什么意思？白话文言，你不解释的话，光讲差不多先生，谁懂什么叫差不多先生？他也是浓缩的词汇嘛。文言没别的，就是尽量浓缩到不能再浓缩的叫文言，因为它是写出来的文字，你看得懂何必那些废话呢？看不懂要提升你看文章的能力，怎么可以说我手写我成？我们不是排斥或者你我手写我成那是对，可是你不能因此排斥这种文言文啊！你要知道我手写我成之外，为什么一定要我手写我成？看得懂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沟通的，那为什么你看不懂？自己程度没，那教的也教错。你上我的一起读懂实境秀有多难吗？教的就是教什么注释翻译，那永远都是老师会，当然人家都反感讨厌了嘛。我也是这种受害者来的。你看我们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讲，有什么难的？你就随我跳，自然对不对？但是想负责自然就。应当对不对 ？Should be， 应当嘛，这不是这个也可以会嘛？刚才讲对未来的预测，会可以得以进入，不就是可以入到哪里省略啦？所以文言文刚才讲能不需要的就省略，入到哪里那个湖里头嘛？啊，你如果是白话，不就自然可以，自然应当可以跟着我进入那个湖里，这叫白话，那这叫文言啊。雷对的字，自然的然可以删掉，可以用一个字得就好了，或者用可嘛，啊，应当用当就好了。入到进入用个入啊，湖里那前文有湖了，干嘛？这已经有湖了，湖中了，我干嘛再讲一遍呢？哦，把这一些可以省略的，不省略叫白话，省略掉叫文言。真的该下地狱去受刑，不一定要到阿鼻地狱那么严重啊。真的要至少要捶鞭两下受罚，我真的没天理。对啊，我敢赌麻将，西方极乐世界不存在这种。如果容忍这种人逍遥法外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不就不该是十五上上人聚会一处？所以人哦，不要这样。尤其这些所谓大师级的享尽的人生，也许没有荣华富贵，至少名声嘛，人家还封你大师，对你敬仰。结果你误人子弟，你丢不丢脸，惭不惭愧？你享受你大师，结果你的大师没有让人家共享，那不就好像很有钱的人，你是有智慧财吗？那不让大家共享一样，有什么两样啊？那些富豪土豪瞧不起，真的瞧不起这样的哦。只有你厉害，别人都不行啊，还对你崇拜，都觉得丢脸。所以我有没有希望你们对我崇拜？
想要跟我学，所以我为什么不教了嘛？跟我学有这种程度，像那个教学一届，好，平均30，像那个学生，对不对？我宁愿辞职，我不行，我会说我很行吗？我觉得很丢脸。啊，责任良心在哪？前面不是来聊过吗？是那个直播有一起读懂，可能没录的。哦，那常遇老和尚说，他说他死了好几，可能濒死经验很多嘛，哦，死了要复活。那一般科学研究或者一般有死亡经验的人也说，当死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就是恐惧。那时候我听到这，我不以为然，对啊，对，因为我才不以为然，我是多期盼死啊，怎么会恐惧？如果真的要死亡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验证我一辈子纠缠和那个良心凭的良心者，我真的无愧就是我孙守贞嘛。死亡就是验证我这一辈子修学正的到底是真假。那你们呢？一辈子执着对的呢？到时候就定勾机，要么就是我嘛，要么就是你嘛。到死亡那一刻就知道了，到底谁对了，对不对？期盼的不得了，怎么会恐惧？所谓恐惧，就是要么就是纯洁的对未来黑暗死亡后的世界无知会恐，要么就是舍不得活的时候，舍不得都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好谈的？舍不得，啊，执着妄想执着，自然应当就会可以进入那个湖了。常房接承受，对不对？就接受，很想要承受，但受想要接受，是不是？但是想嘛，接受了这个湖公的说法。他的话，那这叫科学原读法，意思就听了胡公的话嘛，接受不就听，用什么接受？耳朵啊，那不听啊。你看我们的胡老师这么灵活的，以后翻译也许还会越翻越好，而且都真翻译啊，不是啊，只是你的程度好或灵感好或对国文比较有兴趣的，你都知道怎么翻啊，一般人没兴趣的不知道，就不知道怎么翻。你看我们都原原本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像上一次不是那个学生蔡明达菩萨说，听我的才真的很懂吗？听别人都一知半解啊，不怕不识货，自己去比。啊，接受了，他听到了胡公的话，为是展足不绝啊啊，就为当然就是为啦啊，作为啊，或者为了。这个为了是怪哦，就单字去想，不要光想一个答案，死在一点上一样道理。嗯，功臣长房听到他的话之后，为啊是展足，其实念为好像为，可是为在这里要跑啊，怎么办？念成为就作为，做一个动作，试着展足。这个展呢，不觉已入。啊、这展要怎么讲？前面它是什么转？它是转，哎，很好。所以你看前面用转，后面用展，你想到什么是辗转嘛？辗转就反正它里就是，所以展不要想成什么展开来，是展足。只要展开，你可以说它跳，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里它是把它蜷曲起来。蜷曲起来，把它蜷曲起来，把脚因为转起来嘛。那这里用展可能是辗转，不是展，否则展的一般是展开，所以上下文很重要嘛。展开脚不是更进不去了吗？那要么就是跳的那个动作，用力一跳，哦，那你要跳还是要弯脚嘛，再弹开嘛，对不对？那个动作叫展。OK， 我觉得还是成前面是转的意思。就把足折一折，就是盘腿啊，收腿，不觉就进入了。因为要把身体缩小啊，不太身体不小，缩小的话身体太长太大进不去。不知不觉在转足的当时怎么样，还来不及发觉，就是不觉嘛，已经进入哪里了？你看都省略湖里头，记住已经进入之后，就是记住已经怎么之后啊。进入之后，然后它有之后，这个已记就不用翻之后了，所以记入就是已的意思。已入之后，不复见湖。进入之后就见不到湖，废话，你在湖里头啊，不是如山真面目，即人生在土啊。
不再，你看前面才说父是在的，不再见到父，然后只见到，但见到只有，但通此，但通此还有声音变化的关系，前面我们讲那个才通过，对不对？知是是转得特呢，对不对？只见楼冠，这个冠是像道冠，只要念冠，这不是动词念冠，这是名词，道冠是建筑物，楼冠都是很华丽的楼房啊，不是那种茅草屋啊、哦、但见楼冠五色重门隔道啊、哦，然后哎，但见楼冠，那这应该都点，这种楼冠是怎样有五色，又来了，五色可能是科学语言五种颜色。再来不要停在一点上，文学语言呢就是五种颜色的混合，好像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也现五色，蓝白黄橘红、嗯、是这样、嗯、然后也有第六色，就是五种颜色的混合。那再来更高阶的文学语言就怎样，杂色，就好多种颜色，这个五是虚数，就好像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四不过三，三都是比较多的意思，对不对？多色的，然后这个门是很多门，很多重复，像以前大富人家好几层门，说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进入的进，对不对啊？所以重门就表示很豪华、很华丽啊。隔道就好像前面你看我，所以我们没有离课文讲啊，就是什么不停廊舞嘛，对不对？廊舞就是隔道走廊啊，每个隔之前的走道不就是？走廊，对不对？那五就相当于隔嘛，那建筑物、啊、就是一间隔间，一间隔间的一个楼阁，一个楼阁，所以它前面用楼用冠，这里用隔，对不对？隔之间的通道走廊就是隔道，然后建宫左右怎样？我们看下一页，左右侍者四十人，对不对？看到胡公又来了，很好。你看，都舍不得关掉。要记忆体够的话，其实都不要关。兰亭集序讲什么？前面自己看石敬秀嘛，一定都提到，不是我爱自夸。兰亭集序说什么？你看兰亭的天朗气清，对不对？哦，真的是左右逢源。所以那个同学都反映我很爱鬼扯什么的，随便你看是不鬼扯，摊在阳光下，他们就是心浮气躁。前面不是静躁不同吗？现在孩子都这样啊、哦，没有修养。现在教育也不怪他们，都是教育这样养成，大人也这样，家教也这样，能怪谁？就是上下交真的整个都烂掉了。你只有洁身自爱嘛，才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像我那个。对不对？我脸书里头有一个这个东西啊，所以人家无量寿经里头也有了，先人不善不世道的无有欲者十五怪，也没有人告诉他，不要怪他，对不对？那论语孔子也教我们如得其情，哀今勿喜嘛，啊、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了，应该是很怜悯嘛，很哀悼，很难过，为时代、为国家、社会、为人民、为他们难过，对不对？哀今很可怜。啊、哦，这金就是怜悯，难过，怎么可能在，对不对？那像这个照片不包含我了，啊、哦，好棒啊，老佛爷、嗯。可是我怕这里标注了他脸书那里就算了。常绿老法师，因为、这个。这不知道可能是释庄严老法师啊，释庄严法他可能都光头，他就认为他是他。我里头有一个行道守身自与道合嘛，有吗？哎，再温习一下，嗯，要守住。我的不洁身之外，你看众口铄金嘛，你看这些成语不都在讲这些吗？啊，有何好怪？你看你上我课，尤其我你就知道上课当然是浓缩版、精华版，不可能扯那么远。
可是你自己闷起来，我们有扯远吗？啊，天朗气清不是一模一样？然后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刚刚还讲狼舞，不就狼那个对不对？格道嘛，格就是舞嘛，道就是狼啊，走狼啊。然后现在要讲什么？差一点要拉不回来。左右，你看，这有没有左右？难听几句。你要不要冷？毛骨悚然，冷汗直流，或者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可没有跟王羲之这个魂魄阴灵勾结，你看，我们是这样纯善纯智。前面讲赌石，对不对？他说他赌信，所以你他不是宗教啊，你不要想歪了嘛。上下文是上下文的农药，他现在没有信他，所以我们说这是老实，而且非常老实。你可以用非常犯赌，然后信犯老实，然后。我伸手真也是啊，行道场，所以你看王羲之就庇佑你左右，你要左右我就给你来左右，吓死人。那你如果兰亭区区有好好认真听我们上课，或者跟我们一起读懂，左右还不知道怎么翻嘛，怎么读？科学语言是看到它的左边、右边有这些四重，那你要怎么样？其实就是旁边左右接待旁边嘛，看着它周围围绕了好多服侍它的人。那这是什么？这不是胡公的左右，这是谁的左右？兰亭的左右，映带着清流徐川，真的毛的随便你们。所以我说死亡，要是死亡一来，面对了上帝的审判庙，哇，我这些摊出来，好美的一幅画。因为你们不了解我，你们现在人道众生这样搞，当我不是否定所有的人，知道绝大多数，你光看我教学。可到时候有的自有公道嘛，那时候真的是只有前途，就像那个金黄色，一切一片光，太美了。可这都太污浊，真五浊恶是太，怎么会畏惧死亡啊？天天真的想死。那修行人怜悯，对不对？爱惜众生的，怎么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最近的报身菩萨、众生菩萨。当然不可能自杀嘛！我以前不学佛才会想要自杀，我也想过自杀好几次，还有一次差一点成型了，我都准备好用那个上柔道课的腰带，决定用那个上吊。我不敢跳楼嘛，觉得上吊好，我决定好，你没发现那是大学的时候。唉，当然我没有到死亡啊，我不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样。唉，我不知道你们死的时候要怎么办。继续猖狂，真的台语说的多，这台语哦，我从来以前在推行国语的时候，有时候都瞧不起台语是方言，我从来都没有这个心态，那时候我都保留，所以我从小当然有这个人格，他在保留一个态度，不要就像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不要老以为自己绝对对，就算自己是对的，不要绝对，总留几分，我们说留有一点余地嘛。像我在大学都很好玩，大三的在师范大学。台湾是吗？有一个叫庄万寿老师，所以都有名的有名。我们不是给你抄后了，我好像没上他的课，那都是对不对？他是庄子专家，我是上他的忘了什么课，是《淮南子》吗？还是庄子？对不对？我师大的，哦，还好没有写墨，哦，老师还在，因为我在黄佩蓉老师那里教书的时候，有时候。中午的时候，我走那个那里有个天后宫旁边嘛，然后有什么森林农委会的什么森林什么一个机构在那边哦，经过那里有时候都会碰到庄老师，可是他可能不认识我，我也不跟他打了招呼了，因为不是我对老师不礼貌啊，是不想让，而且我们这个没出息的啊，老师爱学生他都会说啊，你现在怎么样啊？所以既然老师不认得了，就算了。像我对那个我亡故的应老师，我的指导教授，我们就闲谈嘛。我们现在使劲酒，哎，又什么事啊？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Google。应玉康竟然是过世了吗？应老师应该有一点名气啊，竟然没有关键字，找他的那么少啊！啊，应老师的著作是不是少？好可惜。应老师应该也是一个，你看他著作都是这种通俗的，啊，过世的早可惜，你看都没有这个介绍他了，
他过世了。他说：“你看见面啊，他甚至还讲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个学姐，她问你生了没啊？”学姐以为你看生活中就有文言文嘛，啊，省略掉，以为他说生小孩。老师，人家还没结婚，谁管你生小孩了没啊？谁管你结婚没？我是问你生教授了没？啊，生副教授了没？我就怕老师问这些。像这个庄老师，那时候我去上他，因为他可能本土的民进党的或者绿色的。啊，他就一直批评国民党啊。然后有一次我就碰到他，因为我喜欢问问题嘛，啊，所以我就教你们为什么希望你们多方问。老师就有一次说送老师嘛，今天下课，因为他学生不多嘛，下课然后他送他去坐电梯，在电梯里头，老师就问：“哎，你父亲是做什么？”我说：“父亲是军人。”那时候军人几乎都国民党啊。那你听我上课讲的一些是国民党的啊？你上课听我讲这些不会怎么样啊？不会不会。因为一般人刻板印象，你国民党的家庭，你对不对？听到我这样一直批评国民党或者怎么样的，会受不了，我们就不会了。从小就不是那种事了，所以我跟我爸爸先父为什么那么常对杠，就怪他死亡孤啊、专制啊什么的。那看到人家这样，我们自己当然会警醒嘛，对不对？对啊，看到我优点是这样的哦，不是说自己说自己要缺的好的，要说好的。也许是以前的善根因缘，或者我就不会像你们这样哦，都是用那丑陋或者仇恨的心态去看别人，我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好的。从小就是，虽然大学已经不小了，可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庄老师哦，还好还在哦，不要都没了。我前面给大家看，像王振元老师、陈新雄老师都没，许唐辉老师，许唐辉老师没，那是有好意义啊！啊，那他还有脸书哎，因为他还在去美国了。你看连脸书都找不到了。仙居妈要灭啊，可是已经不在了，跟老佛爷一样。还停留在这2012最后，去年走的哦，所以我现在上供的时候都会请徐老师来应供，也希望他能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早日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些大家都学佛的，人生啊，讲那么多，刚刚又为什么扯到这？反正我们随便讲，应带左右。哎呀，这里贴上去了哦，好，左右，好，下一页，因为帮他标点了嘛。你看，讲这个故事，不是讲课文就可以讲一个多钟头，因为等于是教你们一篇新的《神仙传》的《胡公传》嘛。你就知道前面我们那个袁弘道也就是放开讲了。啊，那时候比较还是有点顾忌，可现在是完全无顾。那时候为什么讲那么多？希望相关的都一起读，我也想学嘛。可是是比较不敢像刚刚我们讲那个左右，甚至扯到我老师。那现在是真的没有后顾之忧了，随性。左右逝者数十人，好多人一样，这个科学语言读，你就当然可以读成数十人，也可以读成好多人。然后公寓长房曰。胡公就告诉他：“我仙人也，我是仙人嘛。”啊，我们刚刚好像有没有加下引号？舔天曹子啊，我也是嘛。上课也说舔嘛，有边读边读上边的天天天天天，然后刚好后面那个有天天曹子，可见他不是主管。这个曹就好像前面的那个院啊，是一个部会首长啊，当然可能不是首长，反正是职务。所以以前的六部也叫六朝啊，朝就是一个主管下面的部会啊。舔就好像我现在也舔为人师，舔就入的意思啊，玷污了、玷入了这个职位，这个职位是神圣，我就是真的玷入这个教职啊。我想有这些学生菩萨给我作证，不是我自己老王卖瓜嘛啊，这方面啊，老王卖瓜，对啊，啊，对不对？不要光好的是老王卖瓜，这个坏的也是老王卖瓜。不要说我自己讲，他们都背书了，我真的是那么烂吗？啊，真的舔直不是科学，不是文学语言，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嗯，我是舔教子，我是舔。那所统公
是不乐此不勤、哦、他就是所又来的谁主持就是我，我所统辖的啊，公事不勤、哦、就是我办事可能不努力也，勤是勤奋啊，勤劳嘛，以此见者啊、哦欸，他这个为什么要空一格多的啊、哦？悟空一格啊、哦，因为他这里有个白的，这个图片不整齐嘛，对的。所以你看他这里就多了一个字，对不对？不整齐啊、哦，排版不是很正的，还有。他这是 OCR 的、哦、电脑软体去看、哦、所以他说统辖他管的事，那公事就供养，好像把这个事供养给主管，对不对、啊、可能不勤快，没有禁止，因为这个你看像、哎、你看迪卡也有啊，学会了所以人生不同，不同啊，我这个都看得懂，所以的以嘛，就因嘛，因为这个缘故，以此就因此啊，因为这个缘故被贬谪了，被就贬谪啊，贬谪也可以像所一样倒过来读，谪贬谪我的意思，这个贬是我的意思，或者你要读成被也可以。所以有人说这是被动式，有人说这是倒过来读成贬谪我都可以。像见怪就是怪我嘛，见笑笑我，你那你也可以说见怪就是被怪，被怪罪，见笑就被笑，对不对？也可以啊。两个都可以对错问题，对不对？没有答案说只有一个一定要怎样、啊、因为这个缘故就被贬谪了，暂还人间，暂时哎，字形结构换部分，换成日部就是哦，这是刚刚像我们刚刚激动的讲，当你懂了字形结构九阳神功第三招，这还是文言文吗？换成日白话哦，写那尤其文言文也写这个日啊，也不是都写足啊。唉，暂还人间耳是通那个耳就罢了、哦、这当然智慧能力了、哦、人间才回来做人嘛，你可教，孺子可教也嘛，你是可以教的人，你尊师重道，对，你没有那么傲慢，所以各位菩萨要警醒，你不可教以后怎么办，碰到这些大山之神人你一辈子都不碰不到，然后还笑人家是迷信上课在传教，对不对？嗯，现在自己保重。好，你看我们完全没准备来查这个，几乎我不敢说百分百，九十八有吧？我读懂率九十八、九十九有吧？我没有翻一本字典哎、欸，有没有看任何参考书？我还帮他断句，你羡不羡慕？要不要这样？不要说我是中文博士，我讲的很难吗？我不是拿我读拿到中文博士这个学历来卖弄给你，这不是？我想中学国文都可以嘛，是不是？这都是真的，国文教育要改革了，这教错了。哦、常立老法师好像是佛教界的改革人，我们也是，我们是国文界，不是我们爱出风的，真的，你只是求是，是不是该这样？你可以教导，所以得见我常访、啊、故得见我。你因为有这个资质，所以可以见到我。见到我什么？哎，胡公四人不是都见到？又来文学语言，见到我本尊嘛。所以你现在进来。看到我服侍的那么多，我有大福，知道我是仙人，对不对？对啊，对不对？啊、哦，那长房，长房不做，顿首自成啊、哦？什么叫不做？他干嘛做？他又没叫他做啊？啊、哦，这好像有错字，不做顿首，顿首就磕头了。一顿一顿的，就叫顿嘛，对不对？我们说网路顿顿的，顿就是好像会摇动嘛，那摇动头，这摇动拿来地板去磕，所以顿手为什么是磕头？就这样来、啊、不做表示恭敬，希望随时在车，可能在旁边。可是奇怪，前面也没提到要他做啊。顿手自陈，自己表达陈述的陈，陈情表的陈，不是耳东陈，也不是陈皮梅，对不对？兰亭集序，你看又温故知新，那是成就。以为成绩，对不对？他的成绩，
成年老九成，这里是自己表白，肉人无知啊，积劫后啊，后性妙见哀悯，犹如破棺雾气深哭啊。那自成的什么？哇，后面怎么像想一篇文章啊？肉人当然就不是仙人啦、啊，啊，就是我这个肉体的凡夫啊，无知。然后积劫后，好奇怪哦，为什么积劫后性哦？这个断句是三个字啊、哦，我无知累积了很多的劫难，这个我还以为他怎么跟佛教有关呢？很厚，这个劫难就是恶罪、罪恶啦啊、哦，像雅各当像这夏娃这种原罪啊，像这些菩萨都觉得自己很清白，都是别人有问题，他们绝对不会觉得自己积劫后。这劫呢，应该是罪恶的意思。我们查一查。名词，对不对？灾难，会有灾难，当然是罪恶的、啊。你不罪恶的话，怎么会有灾难呢？我们看那个详细解释或汉语大词典啊，你看劫有威胁必有哦，抢劫是不好的行为，对吗？积劫后，所以从这个不好的行为引为罪恶，对不对？这倒是没有哎、欸，没有嘞。哦，我们看那个详细解释，那这个劫要怎么讲？积劫。难道有这个词汇吗？我们查一查。积劫后，嗯，大家它还是不同。哎，我是查，哦，哎有哎，积久的劫难，哇。哦，原来有这个词汇啊！近城积劫下，金光烁海面。我觉得这，哎，这跟佛教有关的，对不对？累劫，不是积久的劫，累劫啊，累劫之下，这个佛教的时间单位数量，嗯，单位词。你看这都，这不是啊，积劫。那、啊、葛洪是道教的，会用儒家的东西啊，啊，无知积劫后。性妙见哀悯，犹如我很庆幸的荒谬的，对不对？见就是前面见谅见责的见，被你觉得很可怜啊、哦，还是凡人，对不对？怜悯，你看就像我们怜悯他这个悯跟那个悯字一样，右边读边读手上面民国的民啊，声调不这样变三声嘛、嗯，哀悯我啊，我就见嘛啊，哀悯我。谬就是荒谬，就是啊，你可能一时想不清楚，这当牵词啊，你看走眼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说用谬，不是妙啊，妙是性啊，荒谬要念谬，谬见哀悯就是啊，你错爱我了、啊，错爱我的意思啊，我这是我很大的荣幸，对，我能够得你这个仙人看上，那犹如破棺不生不弃，生哭其朽啊。你对我的恩泽竟然还可以带我到这个仙境，就好像犹如个白话一样，好像啊啊、哦，犹如仿佛哎啊，破棺把我这个棺材，我现在还没死，可是你等于是断了我的死路吧啊，然后布气就是布施，像布施施气，对不对？给我一些仙人的仙气，这里不是阳气，好像我们要救活死人要给他阳气，这里当然不是阳气，是什么仙气啊？那。当然他这里是形容他的仙人，可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好像一个死人把他棺材剥开了，然后给他渡阳气，让他死而复生，所以生哭其朽，原来已经枯朽就生起枯朽，都去重修，原来也是枯枯了，干枯的枯了，那血都没了，都干了，那腐朽的尸身了，你可以把它起死回生，起死回生，生枯枯其朽就是起死回生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是那个我们要对照永文的，那积劫这个应该是有罪的意思啊，这个他哦没有，来我们看一下，劫难，哦，最后
这里应该是饥节，应该是饥饿啊。他这里都没有，那不要说哦，词典没有就不敢。我们前面有讨论过，当然不知道哪一集了。你用心多整，每一集都看，就知道我们没有妄语嘛。不是说没前面没有，现在给你胡了。词典是后来人编的，有些字义他发现有，也是他读懂。那他们可能没读《神仙传》嘛，读懂了上下文，知道这个节一定是不好的东西，累积了很多，对不对？我是一个无知，而且累积了很多，绝对不是积节很多的时间，不是，对不对？所以这里节应该是恶的意思，啊、嗯，也是从抢劫引申出来的意思，积节啊。抢劫也有罪嘛，啊、哦，就积劫后的积累积的罪恶很深厚。啊、哦，抢劫，故积劫，积什么？乃罪啊！故积劫及饥饿，或积罪，对不对？乃罪恶也啊！原为抢劫，恩劫原为抢劫，乃罪恶。故积劫及饥饿或积罪，积劫后。性妙傲兼哀悯，犹如跑官不弃身子。然后呢，但见臭秽。那这个只是他想要忠于原文，啊，原文没有，他就打个黑的。这个你可以查一下底字版，啊，只要跟这个一样，就知道他绝对是抄底字版。啊，那就要谢谢底字版的啊，不要用了人家。我们是买不起它的，也不可能买它那么贵，对不对？没那么多钱，不能用的就理所当然。这个我们尊重它好了，还是这样，因为它有时候它希望能够忠于原文啊。但见会其实就是这个会了。啊，臭会。又肮脏是秽嘛，啊臭，但见臭秽完毕，不认虚实，啊啊，他只知道不好的东西，我是凡夫嘛，啊，不能认就是承担，我们说责任负荷，啊任重之远，啊，就不认就我们说生认对不对？不认就不生了。我们前面有讲过生，生就是可以克服后面这件事。任谁驱使，我可以担任起来，表示我可以攻驱使，你可以交换我，如果可以做你侍从，啊，你可以驱赶我或者使唤我，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他言下之意是，我是不配做你的跟班呐，啊，服侍在你旁边都没那个资格。那如果呢，你可以可怜我，啊，或者你可怜我嘛，见怜就可怜我，然后若见怜念。百身之后性啊，你如果能够可怜我，而且是就是还存就念着我，给我关爱的眼神，对不对？念着我就心上有我，念就念着我嘛。我也觉得我不足挂齿，对不对？如果见连念，所以连念要一起，所以断句都要上下文一直读啊。念如果归在下句读都不通嘛，连念在一起意思。你看连是不是也有竖心旁？对不对？它也是心呐、啊，哦，就是如果你心上可以有我的话，就是胡公你还看得起的话，那真是百生之后性也，啊、哦，我活一百次或者能够死而复生一百次，当然这是科学语言嘛，文学语言就无数次的重生再生，就像无数次的再生这么厚这么大的幸运啊，我的幸运真的太大。啊，这个字是大，啊，如果呢，我能够被你记住，或者被你看上的话，那真是莫大的幸运呐、啊，啊，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有话讲完了，胡公就说啊，我细细的看，我们说审查尔是尔虞我诈的尔，你啊，大家物欲人也，审尔大家啊，你啊，我看看你啊，其实是非常优的。就好像我常常鼓励同学，有些人同学像那刚刚提到那个蔡明达菩萨，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是非常优的。可是呢，审尔大家啊，可是呢，就是不要告诉别人啊，物欲人，千万不要告诉人啊。我目前读审尔大家是这个意思，我可能会有错啊，没关系。然后就是人常常会谦卑嘛，啊。不要都觉得自己很厉害，都什么都会对。恭后羿长房于楼上曰：“啊，这时候这个故事好像就完了，他们就离开葫芦楼了，是不是？啊，那应该已经出葫芦了啊，因为你看长房他是在楼上看到那胡公嘛，所以他是后来这个事后经过这件事，他们进入湖里头这件事之后，所以他就是因为要出。”应该是出葫芦没错，所以他才告诫他不要告诉别人，对不对？啊，这人当然也知道是别人的省略嘛，不是人人。那公这个胡公后来这那件事之后，就去拜访，去到长房的楼上啊，在楼上去拜访这个长廊。那道许从先读在楼上，他就说啊，我啊有少酒，乳香共饮之。酒在楼下，我有一些酒，有少就少许的，有一些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白话说，我有一些酒啊，乳香共饮之啊，可以读成相乳与你共，互相一起饮啊，乳香共饮之，或者这样读乳香共饮之，你可以和我一起相共，就一起互相啊，就一起啊，共同喝它，它是代名词之。这些酒，喝我这个酒。那酒在楼下，他就告诉他这个酒在楼下，因为他上楼拜访长房嘛。那长房就非常忙，要派人派遣，对不对？人去取之，取那个酒不能举啊。那与你看，他只有一点酒哎，现在举不起来，拿不起来。啊，我们说提拔选举，对吧？把它提起来。然后抑制数十人。增加到数十人哦，增益级，你看，增益就是增，你看，连 Word 也有益字叫增益级，对不对？所以不要说益是增，你不知道，连写程式都知道啊。增加道就字嘛，加个道什么就道，增加到数十人也不能，莫能就不能得，得就得举啦啊，可以抬起来，然后。可以抬起来才能搬到楼上，搬到楼上当然才能得到这个酒啊。莫得上，莫能得上啊。莫能得上就不能把它提起来上楼，应该是这样读。莫能得上。长房白公告诉公跟他表白。白这也是告诉动词。公乃自下。告诉公说大家都拿不上来啦。对不对？莫能得上嘛？莫没有可以啊，没有能够可以拿上来的，对不对？然后胡公于是原来又是于是又不起自己下楼，你看那么多人拿不起来，他用一颗手指然后提到楼上，所以这里提上，你看上下文就帮助你读这个上是上楼没错，对不对？用一只指头就提起来，与长房共饮之，是不是呼应这个共饮？与就呼应那个香嘛，和你一起。这香就是为什么还要加个香，就是有点强调跟我就是要跟你一起喝所以其实乳共饮之就可以加个香，又可以等于是加强调。比如说我们没有时间讲无食就好，为什么还要再讲一次无可？强调就和与长房共饮那些酒了。酒气不过那个酒气呢，不过如棒大喝酒的器皿喝酒的东西那些器物，不过你看跟白话不过不超过像蚌壳那么大，我想不是很巨大的蚌壳，一般蚌壳，这个蚌就是这个蚌，一体字而已蚌壳表示很小的碗也不深嘛，酒量应该也不少多
对不对？蚌壳不会很深嘛，大概就浅浅的，可是可以盛酒盛水啊，饮之饮那些酒哎，哦。下一页，饮之自淡啊，哦，你看哦，那一个酒器哦，他用一只手拿起来而已，不过像蚌壳那么大，能够装多少酒？可是呢，喝那些酒，喝到白天太阳出了地平线了嘛，但喝不完呢，不进什么东西不进都要找对主词嘛，所以这里省略。我们前面还说受词不能省略，可这里应该是主词省略，是不进的主人是谁？谁不进？是酒喝不进，对不对？饮之自淡不尽，喝到白天都喝不完。然后公告诉长房说，这个胡公就告诉长房，我某日当去，我有哪一天？这个又来了，某日前面才学，我哪一天要回去？这某只是现在记载的人只能想某哪某一天，可当时应该是讲清楚是，大概是某某日就是确定的啊，然后搞清楚啊，不要以为真的他只是讲我某日不确定，两个答案都要注意到，不要光死在一点上的啊。我有在某某天啊要离去就离去，亲人去否？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意思就你要死哦，就好像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里要死啊，你舍得舍不得？所以净空老法师有一次讲说，真的真正的念佛堂，外面就讲说七天让你做佛看，我看就没有人敢来，因为表示你进来就走不出来了，对不对？我要，人家说板荡变终身嘛，真的碰到死到关头，你才知道这些念佛人或修行人是真的想去还是假的。像前面说他笃信，你真的想成仙吗？想。你说希望我能够念着你，对不对？希望我非常房可以随时在胡公左右。那我是怕我自己太肮脏污秽了，对不对？不足以做你的侍从。那现在公问啊，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啊？考验他，你是真想来还是想想？你来，你就要离开人世啊。长房就说什么？所以他这个能很重要，你能吗？你可不可以去啊？啊，否就反问之啊，能去吗？哦，也可以。你可以翻成妈就可以了，去你能去否？或者你要翻成你能去吗？还是不能啊？也可以，你要翻成不能吗？也可以。啊，失去之心不可复言。可是呢，他有责任嘛？啊，想要去的心不可复言，就这样，不需要多说。没，台语有一句话给供哎，说是多余的，就叫不可复言。再说，刚才却富有更在的意思。不用，不需要再讲了，一定是想去的。可是呢，只是我一直只是呢，欲令亲属不觉不知，当作何计可是呢，我离去了，想要让就是欲，想要是欲嘛，让是令嘛。白话现在还是用令有让的意思，让我的亲属认识我的人，或者我的亲戚眷属。啊，我的家人亲人不觉不知，又不知不觉到去重组，白话又来了，所以这叫文白夹杂嘛。为什么要等到我？是很可恶，真的笨。我如果没读到博士，我不没有选中文这个专业的话，所以我真的难怕入错行，我是选对路。我那时候你看，原来要考，我不是台师大的师大附中的物理组长嘛？他说第一志愿考物理系。我比较喜欢理论性的哦，不是工学院，还好撞文的。我的国文程度今天还是像各位一样，太可恶了嘛！为什么不能文白夹杂？怎么可以这样误导众？是不能文白夹杂，让人家觉得哦，一下子白，一下文，到不知道文法转不过来，就看不懂，沟通失败。最重要是沟通失败才是不容许。不是文言文和白话文根本都不是问题，就好像现在人家有句话说：“笨蛋，问题不在那嘛，哦，问题不在白话文言嘛。”所以想要让亲属不知不觉我离开了，应当要做啊，要怎么做了啊？要什么方式？什么计策？哦，什么就和嘛？做和计策要。依照什么计策去做的意思啊？
有个道修者说当何计作、啊、照这个计策做、啊、就当作何就要打什么打算打做打算的打算做做打算、啊、打算就计或你说打是做算是计也可以那什么是何、啊、当做什么打算才能让清楚不自觉啊，胡公就告诉他啊，肝胆呐、啊，哪个字是肝胆？所以这不是易容术的是易啦，对不对？这不是交易的易啊。前面我们学过易，可以说叫易是容易的易，对不对？于是哦，那个奶在不会，于是就拿了一株青竹杖与长房，这当然要结束了啊、哦。他只是讲简单呐、啊，于是就取了。攻取对不对？胡公就拿了，取得了一支青色的竹杖，啊，竹子都青色，不是，意思就是这个竹子不是像有些竹杖都是已经变褐色，对不对？是绿色的，啊，青有好多色，它青是青天，青睐是黑色，我们眼珠是黑，在胡二说这里当然是青草的青嘛，因为竹子给予的给，前面也学过了啊，长房戒之曰，告诫他说。戒是动词，告诫他，然后说：“你呀、啊，用这个竹归家，啊，你用这个竹归家，使称病，后日即此竹杖自握处。”这都应该都是他讲的话。你用这个竹，又拿着一只竹回家，然后使称病。死称病是不是假死啊？就是谎称自己生病，是不是？我也只能这样读了啊。以竹归家，嗯，总不会读成家死吧？家死就家里的仆人，应该是竹归家死称病。哦、嗯，死可能这里也可以读成怎样？叫我们说说死，能做什么事吗？那现在是胡公叫他做这件事，所以他用死这个事啊，我就叫你啊，你就称病，称病就是告假，说自己是后日日，应该就日后的意思，不是刚好后天啊，过两天后就是称病之后呢，即此竹杖自握处啊，你就说自己生病呢，就用这一支竹杖放置在你躺的地方，因为你生病了嘛，要躺的地方。黑然变蓝或墨然变蓝，这墨是字形结构换部首换全，所以这个可以念黑黑黑，对不对？也可以念墨。你看，厉害吧？默然就是无声的，沉静无声，你就会来。这个一体字嘛，来就是来去的来，一体，意思就是不知不觉你就会来。那你没有声音，就会跑来跟随我了，别人都不会方话。那长房就照着如胡公交所言的交代的，啊去做。而家人见此处事，长房死了。哭泣病之、啊、如公所言、啊、所以其实他没有死，可是放你看家人见此竹是长房死，怎么会用了啊，好奇怪，家人见此竹是长房死了，哭泣病之，哇，竟然那么白话，这个了的意思就是已经完成事的意思，那可以，其实一般文言会说死矣啦、啊、已经停止了就了结了，完结了，感动不已就停止嘛，了结，所以已通了、啊、所以文言一般会用已知，他竟然用了、啊、是长房死了、啊、后来就是白话的死了，对不对？你不要读成白话死了，其实也可以，要知道他原来是了，完了，完成事，真的死了。那死呢？他看到这个竹这个状况是，当然也可以是是非的是，就是这个样。
那也可以说此，就这种情形是，所以这个是可以包含这也包含是，就这是啊，见到这个竹子放在床铺那里，这是长房真的死了，哭泣啊，病之这是长房带长房把它收敛入殓啊，我们说殡仪馆嘛啊，把它帮他做丧事，长房随公，所以把真的以为他、啊、长房随公去。长房的随的宫里去了，那你看，又来了，吓人哦！也快一点了，我差不多有点累了。讲我们，你看，这讲这里，你看另外一个版本还做光，对不对？长晃，这里是什么？自己看，你会不会恍惚？长恍就是恍惚，恍恍惚神志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现在讲恍惚就是这两个恍恍惚惚，有时候会写这个，这是日行结构换声符嘛，啊，声符换成右边的恍来恍，恍来恍去。恍恍惚惚不知何所知，啊，就随着他恍恍惚不知往什么地方去，往哪里去就是知字。这知是宋孟浩然之广明，对不对？何所知？然后《桃花源记》也有用嘛，啊，所以你看，我们每个字都跟你讲，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往什么去是知字是动词，那什么地方一个字都没漏，这才是中国。我以前读国文老师哪会这样讲？所以这到底为什么用何？为什么用手不在？所以为什么用手也不知道？啊，照样领薪水。攻读这样心都很安，我就搞不懂，因为他的前辈可能也这样教，他就觉得他尽职。那奇怪，我老师这样教我，为什么不照本宣科？我的心不安嘛，不能这样嘛，那样不是真懂有愧吗？攻读留之于群虎中。你看他随着他去之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跑到哪。里里是地方啊，去了，你看每个字，不知是不是不知，跑道是知嘛，哪里是河，哦，对不起，哪是河，里是所嘛，哪里呢，里是地方，去了是动词，跑道去了是这个知字，那胡公独留之，投留这个字代名词啊，就跟那个不一样，这是动词，所以你看考得到啊，考不到。你的程度就提升了嘛，你要认识这个知，而不是背那个注是吧？然后公留长房嘛，独留他于在群虎之中，把他留在，对不对？把谁留是这个留字，所以说把他留在很多的老虎当中，虎磨牙张口，好像在那磨牙张口，磨牙来了，他说没事在那磨牙，把牙磨力不是嘛？其实就是嘴巴一张一开，就好像在磨牙的感觉，懂了吗？张大口，而且嘴巴一张一开的，好像想要吃它，欲试长房，对不对？想要吃，试就吃，这就不细说了啊。试和吃其实是字形结构换步骤，我们讲过字吃是一组的，声音本来就可以通，所以试就是吃，只现在一个念吃，一个念吃，然后你觉得不一样，其实是一样。就好像你看吃其实左边是念乞耶，乞丐的乞，声音变化嘛，知吃是也可以转机器息嘛，像我们最简单的可以念居啊，又可以念车，是不是车吃转机了、哦、所以欲吃就欲吃，想要吃长房，长房却不怕，不惧怕，对不对？明日呢他不害怕，你看有一定的功夫、哦、那有没有被吃？也没被吃掉啊！啊，那你们会不会被吃？随便，这给你们教你们宝贝，你们诽谤圣贤，以后就准备被吃掉了。这其实在讲什么？又来了，科学语文是老虎死亡吗？他前面不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来？能不能？能啊！我不怕死啊！你吃吧。”反正我是跟神仙去了，看到没有？这是魔王
化成老虎来考验死魔吗？你真的不怕？真的能够跟胡公学？明日就是日明嘛，天亮之后隔一天，所以明日倒过来是不是日明？天亮是不是另外一天呢、啊？所以明日明天的明怎么来的？为什么用明？你就知道明日又纳长房十四中，很好，我念纳，你就知道字形结构加一个什么，是不是就是纳？收出纳组，收纳柜。比方神功第三章自行拳，我换不走，不学随便你。我们还能说什么？把它纳在，把谁纳？就是这个字，纳，把长房纳在这里。你看它就不加鱼了，对不对？前面那个流还有加鱼，你就知道这个可以长言。这个再长的省略嘛，所以你要添字还言去，把它纳于十四中或纳在十四中，石屋里头或石穴，四面都是石头做的墙壁。头上有大石方树杖，他的头上这个头要注意啊，可能是非常房的头上，也可能是他的屋顶上。我们说天花板，这个头不一定是他的头，当然也在他的头上，不是刚好正对他的，应该说这个石室的头上，对不对？不是非常房的头，所以你看人的头可以变成房间的头，屋檐一室的那时候，对。一室之内的室的头，头上有一个大石，方数丈、啊、我们说方圆几里，它是方圆几丈，这里不是方圆，就是好像平方的方、啊、这个石头面积大概有数丈那么大、啊、体积就不用讲了，所以它这个是平方的方，讲面积，数丈那么大的石头，给它吸朗，一丈就十尺，毛绳悬之，你看既然是用毛绳，毛是很烂，普通的草。还不是什么坚韧的藤尾，你们这绳是绳的一体之而已，或者你可以说自行结构换部首嘛，只是用毛绳悬住它，悬挂它，它是谁？大石头，方丈，你看，我们说方丈也是这样来嘛，可是它是竖丈，还比方丈大，方丈就是说这个住持和尚，他住的就不过是方丈之道。面积那么大，懂不懂？也就是平方的方。那诸蛇并往，哇，有很多蛇立为诸公，都对不对？并肩齐步，并驾齐驱啊，并就齐一起前往啊。我们并驾齐驱是不是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明天又可以跟同学讲那个并什么意思？并就齐。对不对？相对不一二三四单数对单数，驾就是驱嘛，驾车就是驱，驱就奔跑、哦、我们说驱逐自己把你赶走，驱赶。很多蛇都前往，一起前往咬，这个是啮，对不对？啮食啃那个毛绳，应该是念啮吧？那啮的一体字。来了，断句断错，不是虐神，所以刚才讲过是不是受持可以省略？对啊，这还是第八招。我们刚刚才讲的受持应该比较不会省，这反而是主持，它其实主受持都省略啊，因为网也是动词啊，蛇网，那这虐就不讲谁虐，是蛇虐，一起都前往去咬，咬什么？当然知道咬那个绳，所以绳欲断，因为假如是。孽神的话，这时候反而主持不该断，什么东西一断，所以一定是留一个比较容易不容易读懂的就给他，那比较不会误会的就可以省略，懂了吗？就是神其实两边用嘛，所以他只用一个，你也可以说他可能重文符号后来被人家省略掉或者漏掉了就没有再写嘛，就是两个神可以下面写个重文符号，重复用那个字重复一次。那有时候会抄写的时候，那重文符号漏掉，那漏掉没关系，我们注句逗这样是比较清楚。孽你也知道孽什么，然后只要你神是归他读的话，孽神那什么东西一段怪怪，当然你也知道神怎么怪，那这样比较好去咬那个神，那个毛神也知道是。你看他前面用那个神，后面用那个神，哦，还有这样乱七八糟哦，一篇文章有两个意，前面也是，而长房自若。而就是由房而转折，
这么危急的时候，石头要掉下来，他也执着，为什么？他不怕死嘛。你看两个都在考验，那也是前面胡公是不是对他的恭敬不感谢，也是考验他，他现在也是考验他嘛。要升级了，当然也考验要更严重啊。自若就自如了，你看若是不是就如？对啊，我们白话还在用自如，对不对？挥洒自如，对啊，自若就是像自己，这个若若还是如的意思，像自己，像自己就让自己想象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就随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而常放自若就自如，挥洒自如的自如。唉，这应该要加个逗号。公网传之月来了，有一个神，这是句号，因为这一句讲完了。这胡公就前往来了，这个传之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传我们通常说写，当然不可能来写书传注，对不对？现在不是要写书，他前往当然要救他喽。你看有提手旁，这都关键字形，就让我们冷静分析。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是传字嘛。我们说字形结构换部首有选，选是不是选举？把它救起来，拉出来。所以传一定有拉他、救他，对不对？把他拉出那个险境。月啊，来，答案揭晓。所以我们以前都只知道传。著述编撰，对不对？这没有差大了。所以你们要选什么写作，看到没有？跟手的动作有关。这里他们要词不用拿，跟词拿有关，就是一个手的动作嘛。前往就他一定是拿他。我们说拿人归案也是这个拿，当然通常会写另外一个拿、哦、上面一个如意的如。写一个手，也可以写捉拿归案，捉拿不就把他拉过来，抓住他。哎，那你大词典，哎，这个也是生字，哎，竟然还有这个意思，啊，天地间自然规律竟然可以用转，因为怎样有规律，就好像编撰一本书也是要有规则的，对不对？所以前面会有繁例嘛。会有他的体力才具，这也是很难的。哦、自备、哦、准备什么东西、哦、带回二座是不是都不同？持也是握住他的手背，不是要拉，只能让著作写作。就是我们知道著作写作反而是很后面的意思，它的编号都有意义、哦、有深厚顺序，哪个字义在先，哪个字义比较后才衍生出来。嗯、同赚，这当然不是赚钱。啊，现在还念选通传吃东西，同选有没有？这是显化自然，现在有没有选举嘛？把它提取出来，把它救出来，甚至算就是计算用不到，算具备算数，算这他又 run 一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复制一次。那我们看汉语大字典。他可以读那个剪贴簿里头的东西，这程式我就知道他怎么写了。那可能也是西夏，这跟那个一样，具备持有没有？一样手都把持住嘛，公网持着把他救出来。我们说主持人是不是要把这个节目撑住 ，hold on， 把他撑住哦。没有选算，这跟那个汉语大字典大同小异。哇，啊就不多，啊就是我们这样又来跟刚那个一样，对不对？那个劫我们说是有罪恶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帮他们止渴交易啊。顺手正案。
字形结构和部首选，单字想副词句。句，对不对？拯救出阿凸显镜之意。对啊，词典没有啊。字形结构兼音义，有手对吧？字形结构换不成，单字想副句啊，单字想副词可以想到选举。选集曲若整，其有拯救出来。这个拯的本意就是把人用手把人从险境中拉出来，你看。而且转跟拯还同音双声字，转拯、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这一个查准。你看，它是张，声母是张哦。哦，这里可以调查问卷。哦，声母是重，重张不知道可不可以通。好吧，那就只能易通了，不是通假字。那你看那个整字，它原来就是参见成，有没有？它本是成，就是像人先生土坑之中，有人在上面用双手拯救这些，对不对？对啊，这是黄佩蓉老师教我，我也是，我才知道，我也有道理。可是你看，这有道理还是不离什么字形结构？换部首，对不对？初文为者，啊，没有那种，只可教矣。你真是可以教啊！你看再来一次，是不是如我们刚预料了？考验他嘛？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学生读这些啊，反正迷信神话，就像读官品给你什么启示？人家这个老师那么机车哦，我跟你走，结果你把我丢到老虎群中，丢下我，撇下我不管，要把我关在一个石室里头，然后大石头还任由这些，哦，这些早就干搞戏啊！哈、哦。那就好好戏呵，用老虎吧，自己不会惭愧吗？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当然帮他做，哦、花莲老师，这个有空再弄啊。我刚看姻缘啊，哦，不是说故意不做，你也知道，我这连看虎威之脸那么啰嗦，现在也是啊，要帮忙做，怎么可能那个？哦，这是真的哦，我们先忙别的。于懒又来于是啊，乙就意味着你啊，只是你可真是我加强调省略了，真是可以教了啊。再来来到可也可以翻成真是有强调，懂不懂啊？不要读成白话可以教，这教就是啊，我要教你是不是要传给你？你是我的传人嘛，我的宝贝要让你看了嘛。我你不可教我的。你看人家是这样考，我们现在拿这个薪水，因为你们是我们一时付了缴那么贵的学费，所以我们对得起你们，
缴那么贵学费，跟你讲你还不听。那你想想看，像我们实境秀，除了我们自己责任之外，爱看的来看嘛，我们也不会出去开一个什么课，或者然后想要去教人，因为不可教人，像你们不可教，我们就退了，怎么还会去教人？那些故事都不会惭愧，你以为你活在自己井上哦？老师天子就是要教，所以为什么都最后都沦落为学店？这个才是真正的教育嘛？可教的才会教，不可教理都不理你，失传就失传了，没关系。那是谁的损失？学到的，我像我们学到就走了。那、啊、是你们学不到损失，关我们什么事？我、啊、要给你们还不屑，还高傲成这样，那、啊、就是现世报嘛，这正好。那、啊、学不到是你自己啦，因为你被自己害死了。于是就命，但就命令他。你看我们现在还没看到我们要读的那个说地，对不对？啊，都已经快一点了。于是命令。我不能讲那么细了，好吧？想睡觉，于是才刚才，你看又来了，一直在考验他。于是命令这个蛋，就是这个蛋，就是吃，啊、哦，让他吃混混，啊、哦，小混混，这个混是臭恶的东西，啊、哦，于是就命令他去吃那些很臭的。当然不是臭豆腐，这些是像混混臭恶，非常中有虫，就应该这样断句才是。中有虫，长寸许。我为什么要断在这？就字斟句酌嘛，上下两句。于是就叫他去吃很臭的东西，对不对？那这里东西可以省略，就好像我们刚不是咬那个绳子，绳子可以省略，对不对？以此类推，所以它非常是。异于平常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省略了？那非常是形容什么？非常臭的，乃命但混混臭恶，而且是出乎平常臭恶的东西啊，你受不了。而且不但臭，中间这些臭的东西，你看它这个后面的东西省略，前面的东西也省略，这个东西里头中间还有虫啊，这种虫，你看虫前面提到了，后面就省略了。这个虫竟然长有寸许那么长，不是小的你看不见的。那么大的虫，常防色难之啊，终于吃不下去了。色难表现有为难的形色、脸色了。难之就是怎样对这件事、这个东西这么臭又有虫的东西，就带这个表现很为难的脸色，叫色难。公乃叹谢遣之曰。死不得仙也。哇，你要成仙，你要受过那么多，因为他前面那几关都过得了，可是叫他，哎，要他的命他没关系，可是叫他吃脏的味道嘴巴里的他在意，对，他没办法，所以他就感叹，哎，正好这个叹现在都混了，这也是黄佩蓉老师才教我要分的，这个叹是好的，赞叹他。这个叹是感叹，可惜啊，谢遣之，谢谢他。我们说谢谢就婉拒了，谢绝了，对不对？谢谢啊，派遣，这个是之前的，不是派遣啊，遣之他这个方法啊，我们说之前费，对不对？之前就是把他之赶走了啊，他很感叹，于是就感叹，哎呀。谢绝他，而且支开他、啊、排斥他、啊、他是自就说、啊、你呀、啊，非常防您，子都有尊敬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些得道人都对人很尊敬，子不是一下叫亲，一下叫子，你不得仙啊，你没办法得成就成为一个仙人，你跟我来，可是我很看重你，可是哇，你自己障碍了自己，你没办法成仙。得道成仙，今以子为地上主者，现在呢，我就用你作为大地人间上的什么一个主者，地上主，那可能类似土地公啊、土地神这样，啊，比较次等，可比人高，可比仙还要低等，啊，地上主者，啊，这个可以当读这个动词读，就主宰的人。地上做主宰的、啊、
住在地上，所以我说可能土地公可寿，这寿的一体字，那寿命可以，所以可以倒叙从子多少寿命可以达到怎么样数百岁余岁，可以活那么长，可毕竟不是修嘛，先就脱离生死了、哦、然后未传风符一卷物资，为废禅房他传风符一卷啊，为他传授，所以前面说如可教嘛，所以他还是会教他，可是最后到达一个顶点呢，你没办法呈现，所以我只能传授你这个风符一卷，这个可能类似封神榜、嗯、你也可以查，这可能有专业智慧的能力，什么叫风符，可能那个符咒可以做封条的，是不是这样哦，我们不知道哦。我集结就可以让吃点茶，那就是吃点，没有，那就照我们这样读了、哦。反正那种符咒叫封符一卷，传他一卷给父啊、哦，或者说也有可能读这样，不是未传，不是传给他，因为后面有父字啊，父主给他。附托给他，对不对？好，附托，托给他就传给他。后面既然有传授的意思，附给他就传给他。我们付钱嘛，他是字。那前面的传可能就要这样读，为就做啊，然后后面应该句号啊，就说他子不得先也，今为地上主，可受之位。这应该讲话讲到这。然后就做传风符一卷复制也可以，那因为他后面有一卷嘛，所以前面这个可能是他做的作品，哦，胡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我不敢，所以不要讲复制，就给他传风符这一卷的传风符给他，这样可以，这两个读法都可以哦，答案没有一个哦，待会儿的时候判断没有错了，都要先并存哦，除非你有十足证据才能否定哪一个答案。哦、当然你可以想到别的答案就比我更优了、哦、更优秀。他就说，当然是胡公就说，待此可举诸鬼神、啊、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啊、哎呀，应该是断在这，因为后面就换长房了，主人换，主持换了，所以应该断在这。这里是胡公就讲了、啊、把这个传风符给了非常好，就告诉他带着这个可以举诸鬼神，那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啊、可能是这样断，带这本传风符对不对、哦、或带这个我传给你的风符可以举鬼神，举就令我们说选举一样嘛，选你选举谁是不是就派遣他，就是任命他，对啊，那诸鬼神就很多鬼神就随你调动，随你调度。那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这可能另外一件事。我读成谁啊？我这样句都就是读成这个常通那个常字形结构坏不成。常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那什么使我就不知道啊。那封可能有类似我封赏你什么啊？有委派你，我封为你诸侯，你就帮我做事，我封赏你。那常称使者要派遣的人，称就叫唤称呼，那常常称唤使者、啊、叫唤、啊、那些派遣其实也类似是鬼神，我是这样读了、啊啊、也可能是又来了，又第二个答案是经常去称使，就是好像送符咒一样、啊、称送符咒，那使就是用这些符咒使用的话，如果常常称颂符咒，而且使用这些符咒的话，那个则是的话的话，可以怎么样？如果做这件事的话，可以治病消灾。有我这个符，如果念念这些符，而且使用服用这些符的话，就可以治病而且消灾，对不对？啊，带这些可以去命令鬼神，任你调遣。你看我是这样读这两句，哎，那长方受到胡公给的这些东西之后，他就担心又担忧嘛，不能到家，因为他还想回去，你看，哎，难怪他不能成仙，所以还是不是真的嘛，
那么我可不是他，要我吃大便我就愿意，真的，要我跳悬崖我也愿意，只要确定我跟着阿弥陀佛走。嗯，当然你叫我跳我不会跳，对不对？然后真的我碰到佛光，你看他都已经实现他是神仙身了，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对啊，然后公他不又不能回到家，公以竹杖与之，又拿一个竹杖给他啊。胡公就用一个竹杖给他，给长发，曰：“你就对他说，但其此到家啊，只要起这只竹杖到家就可以，而就饿，就会到家。你看到家，白话文远啊，长方就辞去。你看他还是想离去嘛，辞就辞谢，跟前面的谢一样，谢谢他，辞别他就离去，起杖。”长房就持续起帐，忽然如睡已到家。忽然间，就时间很快，起了帐，忽然间好像睡着了。已就是刚刚的了，有没有？刚刚我们才说白文言要用已，他竟然用了。你看，你可以说换字嘛，露出尾巴，对不对？刚才讲自己看，我们好像神经，好像睡着了，或睡着了，或者睡醒了也可以。已是结束嘛，睡醒了。到家，真的到家，家人谓之鬼，以为他死了，所以帮他办丧事，然后谓之鬼。谓这里不是说啊，我们会是说，这就是以谓，以谓就是以为嘛，啊，古文常有以为，你要反正以为，为什么？你会说是不是就是这样认为？你还是会这样说，除非是说谎。所以谓就是有说的意思，就是有认为，谓之就是他这个现象。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他。未知以为这个废长房是鬼不是人、哦、然后呢这要打个分号，他换因为换主持了，到家之后他的家人啊亲眷跟家人跟白话一样，然后呢这换主持了，不要弄错，不是家人叙述，是废长房具体的描述，具备的具备是不是就详尽的描述，对，完备嘛，具备就有完备，是不是就详尽的描述，所以据说就详述前世之前发生的事，跟胡公发生，于是发誓关中，对不对？因为他到家了，他要回到家哦，啊、哦，那这个如睡椅可能不是他在床上睡了，因为他已经被他家人放入殓嘛，刚刚前面有病，身体肉体是放在棺材，那他好像睡醒来了，啊、哦，原来他不是恍恍惚惚跟。胡公去，然后醒来，哎，醒来就到家了，奇怪，啊、哦，家人回到家，家人以为他是鬼，啊、哦，他就告诉他，以前发之前发生事，于是就发誓关中，那个发就打开，所以我们说开发公司，发有开的意思，对，开，开棺室，棺材中间，啊、哦，所以发誓就打开看，打开棺材的里头看。棺中就棺材里，只剩下一只竹杖，对不对？原来他们埋葬的，他们入殓，把他以为他死掉身体，所以他叫他放在他躺的地方嘛，结果那个竹杖就化成他的身体，给他家人以为是他的尸体尸身，啊，只剩下一只竹杖，只是唯有同一个唯，乃信之啊。哦，他的尸体明明我帮你入殓了，收到棺材里，怎么只剩一只竹杖？那果然像你讲的，哦，因为他留下一只竹杖在他睡的地方，所以家这只竹杖化成他们家人看那个不是竹杖，是他的尸身嘛，尸体，就把那所以于是他家人那个主持到抓对，所以这里都考你先抓那个找对主持，对不对？家人就相信他的说法，就只是代名词，他说的。前世啊，带这个前世，有没有发现长房？你看，所以谁？我问你，他家人，你们都说这是神话，他们也不是随便信啊。所以不要这样，宇宙很大啊。那假八喜欢编一大堆故事来唬人。哪一天你不要，你的报应就哪一天你真的碰到，然后再写给人家，或说给人家看，人家说你那是臭鬼。那就是你的报，因为你当初也曾经这样不信人家。甘宝，你看，
编那个神仙传啊，东晋的人，他也许陈星辰编的，他也可能也考据过，不是人家讲他有信，那他可能前世或者他以前也是曾经骂人家是迷信嘛，所以他你看现在他的自己的神仙传也被人家说是假话，懂了吗？人生愁业，真的学佛真的很多事你都懂了，来龙去脉，来龙去脉多好。然后长房就以所骑的竹杖，你看这个很好哦，所骑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的是从哪来的呢？他就用骑的竹杖，因为我们前面讲骑的竹杖，这个竹杖可以删掉，对不对？可是你看他竹杖写出来，所以这个所就变成了只是形容词的的，因为他后面的什么他没有省略，他写出来他不能当代名词用了，它变成形容词，形容他骑的。这所我也讲过，只有强调他骑的，不是别人骑的。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所骑就骑的一样，骑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后面省略掉这个的，就是代名词的主张的东西，没有省略掉，它就是形容词的骑的。哎，长房用骑的主张，对不对？头葛坡中，那葛坡这可能是这个坡，山坡也可能是这个坡，水塘啊、哦，你要看是什么？你看十点两个都有。念皮的话是水塘，你看很讨厌哦。皮也可以是山坡啊，不念坡呢？念山坡应该哦，反而坡头，所以你到底是山路水路上还是水？谁知道？你要去考究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同事就不追，把这个竹杖丢到这里头就对了。这也知道这个坡叫葛，有没有一个名字？好、哦、像阳明山又叫草山，山是坡，类似这样一个地形物，前面是它的名字，草是它，头是丢嘛？我、哦、们投石问路，投一个石头去问路，然后四肢乃青龙耳啊，啊，这个耳是鱼尾猪舌，不是如此啊，是啊。竟然是青龙，一条青龙，不是青的竹子的手杖，竟然是一条青龙哎！这里鱼，这个奶就不是鱼事了，是竟然，可是还是有表的个关系，我们就不去分析了啊，你就知道，竟然是竟然啊，看丢到葛皮里头竹杖啊，这个枝带被丢到葛皮里头，竟然是一条青龙啊！长房自谓去家一日，推之已一年矣。你看刚才讲谓自己说嘛，当然不通，自己以为嘛，离去家才一天的时间，因为才当了天之晚也没有讲，可以补回去。推算呢，听到家人说你死多久，竟然死一年了。离开家竟然一年了，以为因为他离去之后，他以为离开的时间好像感觉只有一天一年嘛，没有只有一天，推算实际上的时间，这是带时间，对不对？已经一年啊了啊，或者了啊也可以，已经一年了啊，长房、嗯、吓死。所以才有你看道教也是这样算啊，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啊，或者这样，或者不止一天。那都算一天看哪一天，对不对？那长短又也有时差又不同。那哇，前面又漏掉一个那个，以一年哦，前面不用长房，然后长房有没有长房？对，长房。乃于是这里乃又不是竟然的竟啊、哦，是于是了。行拂，你看呼应前文，所以前面看不确定的，现在可以做一个印证。对不对？行符收鬼，因为那些符他不是说可以调遣鬼神吗？然后治病，他就行符，所以到断句更改一下，于是就行符了、哦、他传给他这个符一卷，他就行了，他就做照做了，行走或行医济世，对不对？行就静，行善布施，做善事，行医做做医者，他就做这个符咒。不管是收鬼，你看要命令鬼，对不对？或者治病、哦、收鬼治病呢，无不欲者，对不对、哦、无不欲者就是我这个欲当然是针对治病，
那你也可以说欲就是啊胜过，你看欲有超过，所以含欲自推是超过鬼神的神通嘛。那你当然也可以度成行符来收鬼啊，治病可是不通嘛，他也是他怎么能治鬼，还不是靠这些符？所以我觉得这样断比较对。你会觉得这里有欲，因为欲是鬼就怪怪的，欲对病当然没有问题，病欲病好。可是你要知道，病好又来科学语言是病好，它着重在好上，文学化、抽象化的话，什么都好，收鬼是不是也好？好就办得成功，办得好，哦，这样就没有疑义。没与人同坐，共语。每次呢，每次汉人一同坐下，哦，一同聊天，而目。你看这也是目明，明就是它这个明的一体字，我们也尊重那个原体，我们就不改哦。目明喝遣人问其故，喝遣人问其故曰，没有人同坐共语，而目明就眼睛就盖起那个闭起来，而闭起来之后喝遣，喝遣你看我们前面 读是读对的吧，对不对？对不对？可以常称死者可以治病，称死称那个符咒，那他可以举诸鬼神，是不是就可以调遣他？对不对？就呵斥他，命令他嘛，呵斥，看到鬼神做什么坏事，他要呵斥调遣。好像命令他，其他人看不到就问其故，那个缘故，你做这件事的缘故，带这其实代名词，看到他这个动举动模样，这是他的模样举动，对，包括非常房还有他这个举动，他就说这个约的主持要抓对啊，非常房就回答说，怒鬼魅是犯法耳，对不对？要呵斥他，看到鬼魅做什么坏事，他就呵斥他，所以他可以。管鬼神的是不是前面的举鬼神举诸鬼神，他有选举权，是不是就是在他们头上，对啊，做他们老大嘛，对啊，所以怒鬼分之啊，所以就喝遣他不准做，这遣就好像他刚刚被那个胡公遣回来之前，可能支配开，对不对？呵斥他让他滚蛋，这一样他叫这个鬼神鬼魅滚蛋，这里耳就罢了的意思。我在做这件事罢了。汝南郡中常有鬼怪。他是汝南人嘛，所以他住在那，所以是汝南郡里头呢经常有鬼怪。然后岁，这岁是岁几岁的岁的一体字。岁则每每，前面讲过这个则一体字动作的。每岁耶。岁则数来，一年之间常有鬼在，每一年里头就会来好几次，好几就是数嘛，所以来好几次可以倒叙从这样子，出现好几次这个鬼怪，所以才说常嘛，怎么常后面具体讲一点，一年之中来好几次，前面是一个概念常，对不对？那来时呢，这个顶真格，你看哦，你看又来。两个来都写，一体字。不对哦，后面这个前面那个也是一体字啊，他就忽略掉，所以我们可以改来嘛。他前面这个并不是我们那个来嘛，那来的时候就怎样？倒从威仪，如太守。来时倒从威仪，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这个鬼怪来的时候倒从威仪，前导队伍和跟班护从的随从的人员，他们的威仪，那威仪白话有我们就不细说，那威风和那个礼仪啊，对不对？那个排场啊，好像真的人间的这个知府太守啊，那个前面官脾学过了啊，然后还进入这个府，就是这一郡的那个权力中心嘛，政府机关入到这个府中，如太守，倒从
威仪入太保，入府还打鼓啊，然后周行内患。入府还会打鼓哦，然后周行内外就是在内外周行，这个内外应该是这个进入这个府衙门里头的内外哦。扎乃还去啊，扎就是绕一圈呐 啊，周行内外扎乃还，扎是呼应前面的周，周扎周扎，对不对？啊，这扎应该是动词，转成动词用。啊，我们现在讲扎道是名词嘛？啊，形容那个道或形容词使用。啊，这里就是绕一圈之后。于是才回去还去还还来就去啊，还就是还钱就归去归还嘛，归去啊，所以还有归的意思，还钱就归钱归还，对不对啊？还去就归去。甚以为患，谁以为患？当然是活人嘛，很吵啊啊，对不对？所以汝南郡的人都非常的以这件事认为是很祸患。或者你要读成白话以外，甚非常的以为他们很扰民，很讨厌，很嚣张，就是前面讲非法，对不对？鬼卦犯法。那长房来，后长房义府君。后来呢，长房有一次去拜访到府君的地方，因为府就知府大人住的地方，他等于是到这知府大人住或者办公地方骚扰，而正值此鬼来啊，太好了，而正是当着啊碰到了啊，值我们说价值相当，所以相当就有碰到当着面，对不对？这个鬼来了，来到府门前啊，断句要读到这，来到你来到就变白话了啊，或者你这来到府门前来了啊，到府门前就不要。读成像白话文一样，我把它断开。正值此鬼来到这里了，而且走到了府门前，然后府君辞入。你看府君，府君就是这个知府啊，怕鬼啊，辞入要奔驰的跑进去啊，一走到门前呢，府君就赶快跑进去了，躲起来了，独留长房，鬼滋滋不敢前，就独留长房哦，辞入可能跑到房间里了，独留长房在府里头。那鬼知道这件事，知道什么？长房留在府中，啊，不敢前进，欲去想要离去，长房厉声呼死，捉前来。那么长房就很严厉的声音，很激昂的声音，大声的叫唤，呼死，呼死就是叫唤，叫唤，然后派遣其他鬼神可能。派谁去把他给我抓来，不准跑，捉他前来审虐的受持，这个鬼乃下车啊，这不会叫这个鬼自己捉来嘛，对不对？鬼怕被人家抓，好自己来投案啊。于是这只鬼啊，这只鬼乃于是才下车，不敢那么嚣张，把板扶亭中，于是下舱把板。这应该两个字，下车然后把着板，这个板呢可能是有没有以前上朝要拿的手板那个啊意思，然后扶趴在那个亭中，对不对？因为他在那个府内嘛，啊亭中就中庭啊庭里庭院里头不敢进，叩头乞得自感，对不对？自己改过了啊，以后不敢了，叩头了啊，对不对？求啊祈求可以。那么 得以可以自己来改过，我不要接受处罚。长房贺月，长房就骂他说：“如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倒从唐突官府，知当死否？即复令还，就人形以一扎符令复之。”啊，哇，这里要研究一下啊。如死老鬼啊、你这个死老鬼，你看，哇，又变白话了，或者如死了，你已经死了，那老鬼啊、表示死好久了啊、不是新鬼，是老鬼啊、不是菜鸟，是老鸟啊，老鸟了，
不念温良，根本对温良没有什么感觉，冷冰冰的、啊、你已经不是人体了，无故没有缘故倒从唐突啊，那随便拍，是你已经不是人了，还想前可能生前他也是这个官，就像官皮一样，对不对？还想还倒从，然后呢无故倒从，然后唐突官府嘛。可是这好像什么唐无故倒从唐突官府君啊、哦，官府君知当时否？哦、唐突官府对不对？官府君刚看成那个府是刚刚把那个君看成官了、啊。当唐突官府君就是现在活的这个官，这个活的太守啊、哦，这个人间的官的府君。就冒犯他了，你这个鬼来吓人啊、哦！知当时否？谁当时？当然是你啊！那他已经死了，怎么？所以这个死应该就骂他了，死老鬼啊！该死的老鬼！所以知你可知道，你应当要被判死刑。鬼也会死、欸，你不要以为鬼不会死。意思就是你不是打一打就算了，你还是要受死罪啊、哦！所以。知当时否？当然很严厉的斥责他，啊，就呵斥他。这个呵跟前面那个呵一样，言字旁，对不对？他前面用言字，字形结构换部首，现在口，啊，哎，就好像那个勇，是不是也可以通那个勇一体字？啊，言字旁、口字旁一样，那跟口是应该这个当也可以当成判刑，我们当就相当嘛。你的罪应当服这种刑啊，急急就复令还救人刑。你看他可以支配，你看原来鬼魂而已，对不对？啊，急急就更怎么样，对不对？前面学过复就更，不是又，对不对？也不是在这里用更翻才对嘛。所以你看这些表格，你看你用哪一个带回二座，哪一个通，就急忙了，怕他跑掉。怕他后怕就跑掉，很快的就可以用很快的，更加令迫使他变还救人形啊，就是成就成人形、啊，原来是鬼嘛，还就那个变回人形啊，回去啊，还回去。我们前面还钱就回钱，回来钱就回到我身上啊，把他打回原人的形状，常用此处罚他。把他无形的不痛不痒嘛，前面才说温暖不知嘛，是不是？哎，不念温良嘛，就不知温良嘛。啊、哦，这个什么叫不念温良？这里也可以跟一番了解了，就是你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什么叫冷，想要让热，我现在我就让你知道。把他打回人情他就知道了。如问一声冷暖之日。就是不知轻重。你看轻和重是不是相对观念，温和冷也是相关。你不要以为是温温温的水哦，温和凉好像没差多少，这个是温泉的温啊。温泉日本叫汤，就是烫。泡汤就不知暖热。那暖和热是不是相对观念？其实不念温凉是科学语言，不知道冷热。文学语言理解的话，就是不知道轻重，不知道事实的厉害，不知大小轻重。你看我多厉害，我都佩服自己。我以前哪有这个程度啊？你看我们，我现在给你补充，我前面没跟你讲，就是刚刚没有想到嘛。那我想到我比你厉害吗？不知轻重你也听过，就是掌握这个原理，自己在一推，哎，一推就懂了。掌握那个哦，相对，它也是相对观念嘛，两个极端。一想有智慧的能力哦，温泉是烫的，不是温温冷冷的。你温泉，你去泡过温泉，知道要灌冷水，不是直接下去泡，你要煮熟了，所以可以煮熟白煮蛋嘛。他就用一砸一，可能就一捆可以变成一砸的附之，令送啊、就命令送。付之还付给他，奇怪，还是对付，没有可能对付他，用一砸付之，应该付之跟前面那个胡公给他，
的给一样嘛，这里可能也是给他，我们先读给他，当然也可能对付他。令送怎样？这之代名词应该是给那个鬼了，用上下。复之令送于葛皮，送予就送给葛皮君，葛皮君就是那个什么，刚刚那个青龙嘛，刚不是丢葛平吗？啊，鬼叩头流涕，持杂絮啊，所以不是当场处死刑，对不对？啊，他还要自己拿着杂，这杂这应该专有名词，以后再研究杂跟符什么关系，这不是一扎的意思，他竟然持杂就是。就是符令的意思啊，符令。你看现在那个台语也常讲符令，符令就是讲，鬼就叩头就哭啊，流眼泪，这不是鼻涕啊，是眼泪。那个鼻涕的涕就是形容像流眼泪两条水一样，所以鼻子的眼泪叫鼻涕，懂不懂？真正涕鼻涕一个字要念四，涕四纵横，就是这个四，这个才是鼻涕啊。涕的话是眼泪。就拿着这个闸就离开了。我们才说前面才说这个篆可能就是词，对不对？查词典，那对不对？把词柱救他出来，其实就是可能避免重复用字，所以前面用篆字，不用词。那时以追视之啊，鬼叩头流涕持杂去，时以追视之，以杂立皮鞭。这鞭是鞭的一体字啊，你看字形结构换不着，我们下面是方，它改成口而已，右下角是方法的方的嘛，它改成口，口其实也是四方形是吗？所以它原来意思可能就跟四边四方有关，懂不懂？边边就四边嘛。啊，时以追视之啊。这个死好像是明死，死以追死啊！他鬼离去之后，他的可能就派遣人啊，然后以追死的追在他的后面去看这个鬼，然后以杂力这个鬼用这个杂，应该主持换成鬼了、用杂力皮鞭，用他的这个茶去立皮鞭啊，以颈。绕闸而死，哎呦，真的判死刑啊！用颈绕闸，那、他的脖子还可以，他是毕竟是鬼嘛，应该是用闸绕颈啊。他现在以颈绕闸而死，其实还是那可能鬼嘛，跟人不一样，鬼人是用东西把颈子勒死，鬼刚好反过来用颈去绕勒死他的东西而死啊，用颈，所以这个主词是。鬼没错、他真的当死、然后东海君来、东海君来汉长房后到东海，东海君来汉，来也是那个来啊，他怎么都来，我还不会打，不管他。长房后到东海，奇怪，这东海军来犯的是什么意思啊？来汉，见其名，秦羽，魏之月，可能东海军那个吧，这应该另外一个鬼啊，因为前面讲可以支配神鬼嘛，那这个当然比较偏向神了、东海君尊称他，就好像尊称人像国君这样，东海的神来汉、制造旱灾，所以有说海龙王管那个下不下雨，对不对？来汉，来汉就是造成旱灾。那长房后来到了东海这边，当然不是到东海里头，是在东海这一带，
见其名，到看东海那一带的人民呢，在求雨请雨，就告诉那些人民说啊，东海君有罪，无钱细于葛皮，啊，金汤色之，啊，就告诉那些人民说，东海君有罪，我钱这个钱来了很好，其实那把可能是空间的钱，前往，也可能是之前时间的钱，之前把他关在在博尔的葛皮这里把他关了，金汤色之，令其坐矣，啊。奇怪，那为什么说中海军来换？那很奇怪，啊，这句话呀有问题，可能我也只能这样。对吧？他已经被关了，他如果还兴风作浪呢？对不对？啊，所以就刚刚说东海军，所以这个钱是之前，就现在才要放掉他，所以要上下文很重要。所以可能是前往把他抓起来，前往把他抓起来，表示还没抓起来，那怎么会设置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从后文可以判断，这个钱是之前，我之前把他关起来，在哪里关起来？在葛皮这里关起来，啊，所以是要系于葛皮，啊，系把他关起来，绑起来，所以他常常在葛皮这里关人呢，奇怪。可是他这个传里头也没有提到葛皮。你看这里是胡公哦，可是后面都在讲费长王，对不对？对，却没有专门为费长王讲。那现在呢，我会把它放出来。你看，当也是翻成会。我等一下把它放赦，他就芝麻赦免他，然后让他东海军兴风作雨，对不对？作就发作，让他下雨。于是即有大雨。在此之后，你看，于是前面才讲过，抨击了几次，白话也用于是，文员也用于是，几个懂于是，但是你今天讲文员还不讲解于是，大家就这样混。在此之后，对不对？不会之前，这叫当然神举。在那件事，在非常狂讲了这句话，而且真把东海军放了。当东海的神海神放，在这件事之后就有大雨，真的下雨了，真的作雨，对不对？大雨发作了嘛，就是说，然后长房长雨，这是讲他的神机了啊，他跟胡公学成归国之后，归人间之后的事迹，然后长房成雨，他对这是这个议题的曾经。曾经汉人共行，一起行走，共同行走，走在路上行走，见一个书生黄金，见到一个书生，这个书生拿黄金，头上包的黄金，然后被披的，这个念披啊，就穿着裘葛，穿的不错，这个裘是动物的毛皮做的，蛮名贵的，现在也很名贵，头上还戴着一个黄色的金。表示他的衣装是这样，衣装打扮，啊，皮球这些动作就穿着球服，啊，球葛那个衣球，嗯，毛衣啦，啊，皮毛的衣皮又了，然后无鞍骑马，下而叩头，见到一个书生哦，像一个读者，可是他却没有驾着马鞍就在骑马，直接骑在马背上，下而叩头。长房曰：“促还他马，赦汝罪。”哦，这谁下而叩头啊？总不会长房跟他叩头，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曾与人一起走路，看到一个书生原来是骑着马，而且是没有马鞍骑，然后这个书生就下马而来，所以主持应该是书生，所以抓对主持很重要。第八招，九阳神功，你看。他下马而对谁叩头？当然对长房。他知道长房是得道之人，他的长官对不对？管鬼神的啊。下而叩头，长房就对他曰：“对这个书生说，促还他马，赦汝罪。促是促还，这应该要一起读，赶快还，仓促，不是催促他还，不通嘛。”所以才知道这个促是仓促，就赶快
还他了嘛，赶快还。他是谁？某人嘛，哦，别人的嘛，他就是不是你的嘛，你怎么欺人家？我就赦你，免你的罪，你的罪。人就问其故，这可能是旁人，也可能是跟他一起走的人，对不对？上下文很重。人问之，人问他，这他也包括非常方，你在说什么？对，人问之，这代名词。长方就回答：此埋此离耳。啊，这是一只狸猫啊，啊，可能像狐仙这样修成人形，所以它其实是动物修成人身，此狸猫换太子嘛，对不对？狸儿，狸猫的狸，啊，像那个小叮当，都还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狸嘛，它不说，人家都说它是狐狸，它就不是，我叫它猫，所以它叫机器猫，啊，像狐狸就骂它是狐狸，它就不爽，啊，因为叫它猫。我是猫啦，我不是狸，我不是狐狸，它是这个狸。这是一只狸啊，你会狸猫，道社公马也啊。那社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有社稷嘛啊，或者公社。你看日本现在留中华文化靖国神社，所以是拜神的地方。那公可能是管这个社，像庙公一样，也可能是社里头的神，对不对啊？而这个马要是真的马的话，当然就管社的这个管社的这个人拥有了马，或者那个庙社，对不对？像靖国神社这个就庙，一些庙的里头的一个马啊，他盗取他来骑。又常与客坐，这是一件事又讲完了啊。那其一的又曾经这个常就成了，又不是前面那个常啊。曾经与客坐，这个前面用人，现在改成。客而已，客人，客人，有没有？曾经与人坐，与人一起坐在一起，始至是啊，是诈请客而还啊。你看我断句就修改，这什么意思呢？又曾经与人一起坐，派遣一个人就叫始啊，所以他前面这个始我们读的对。他的意思就派遣一个人，那个被派遣的人是不是也是死？他合在一起读了，他就用一个字，他就派遣一个人是到，知是到市场这个名词，这个是动词。你看第七招，你看这一课常常七八两招考你，到市场是字是这两个字，到市场买这个动词，到市场买炸是一种鱼类，买这个东西。请客而还，没有多久就回来了，而就回来了，没有多久反而就回来，好像折返一样哦。那我们白话可以翻旧嘛，但是你要解读就反而的而，还有让人家意外，反而你应该还在那里，怎么就反而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有表示时间过很快的旧，可以翻成旧啊，超乎预期，或一日之间。没啊，然后说地之术，读完了，所以这又是他一个世间，嗯，这又是他，对不起，他一个世机，啊、嗯，对，又常与客坐，始至四十块，啊，对不起，我读错了，哦、嗯，所以这不是他派遣的人去，也其实也可以啦，哦，不是唯一的答案，可是也可能错。但可以不敢说全都，然后他与人家一起做，那可能是这个客叫他去，可是我想别人他什么身份，应该不会随便拜他去市场买东西吧？可这样读也对啦，这个客人这个朋友叫他到市场去帮他买个东西，可是没有多久回来，表示他动作很灵活，或者他会他有任意门，瞬间移动啊。或者呢，一日之间，所以这就是就这样。除了这件司机以外，还有另外一件司机是什么？就是后面讲，就表示他瞬间可以移动了、哦、有人见在千里之外的宿处，啊、嗯，或在省略在一日之间那个时间的间啊、嗯，跟我们现在之间一样，啊、嗯，白话一样，人。或一日人见在千里之外者，
宿处，就是这人是应该是一般人。见，这省略了见什么东西？见长房，在千里之外者宿处，在好千里之外，而且好多人，这怎么知道呢？可能很只千里之外的人来这里集合，和或回到这个他这个原来这个是什么事？回来这个地方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前几天我在哪里碰到费长房？”另外一个人说：“前几天我在哪里？可是竟然在数千里之外。”那有人说：“哎，我们前几天才在这里碰到费长房，相隔千里外，好几个地方都有他，对不对？好几个地方就是宿处嘛，数个地方。”哦，这个佛教里头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表示有分身嘛，讲他是有分身。哦，而且这个分身不是在附近而已，可以分在数千里。没有讲说地数啊，读完嘞。那另外一个神仙传，你看又踢爆了。这必要人云亦云，出自神仙传，没有啊，读遍了没有说地数啊。啊，对不起，这一集到这，下一集继续踢爆这个假货。唉，所以我们本来想引用原文。结果不但引用不到，你看大家抄来抄去，哪有？根本没有这个，难怪我们用的关键字查没有。那可能是金本没有，对不对？可能在太平广记只有下一集了。哦，我要睡觉，两点了，六点要起来准备上课。啊，三个钟头也够久了啊，太精彩了，嗯。你要说是课外课内，反正人家跟他都说扯东扯西，因为你不想学嘛。你看买一送一耶，你读地震哥还学了一篇神仙传，四库全这本神仙传的虎公传。我们不光学林沾梅传，没带你们读林沾梅传。以前我们都会读那个，只是想省时间。以后我们真的时间久也未必会读，因为哦很累，好不好？说难听，我会读就好，干嘛跟你一起读，还要讲的那么详细，对不对？就怕你们不懂学不到，我真本事。所以这种苦口婆心就希望你超过我嘛，不怕你比我强或跟我一样强，对不对？是，你看，所以光这个你看就多少问题。你看哦，别人这一句话还不知道怎么，哦，有啦，课本可能会翻译，好，正好结束了嘛，我们可以看课本注释。我也很好奇，想看。哎，对吗？我自己电脑没有开课本嘛，好，正好，企划书都圆满了啊。那你就看课本怎么做啊？长方说地法，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我们跟人家不一样了。他不去读神仙传胡公，照抄人家的，根本都没有。什么叫遁形于千里的说地术啊？啊妈喂嘞！至少我们刚刚读的是他能够化身，他没有说遁形，他变成土行孙了。什么叫遁形于千里啊？好像遁在土地下。啊，行走于千里的缩地术，啊，这个好贼哦！到底是把地缩起来，还是把身缩起来蹲在土地下？他也不引用原文，这谁编的？谁编的课本？哎，你看我是审查自尊，那时候其实我想自告奋勇，我想都不想得罪别人，你一直纠正人家干嘛？哎，这些老师拜托，这些我的同事，甚至我的同学。欸，我跟你讲，有一个学姐，嗯，那时候我是研究文献的嘛，那个你看我博士论文《孟方方及其文献学研究》，嗯，我都忘记题目有没有几字了，没有文献学，有没有及其文献学研究有几字？哦，因为要研究文光啊，还有研究，你看台湾，这是我的硕士论文，
之后应该要我上传的共享。好，认证嘛，这我不是了吗？这怎么会变这样？那个伸手针啊，然后呢，老师，我的授业师，对不对？嗯，常提到那个黄佩龙先生，刘兆佑先生，那个学姐就是好像也是刘兆佑老师指导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了。之前我就听到有一个人说啊，刘老师有一个学生要回来学校教，然后有一个位置专任的助理教授就是他了。后来我对号入座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学姐了。啊，可是呢，这个学姐好像有来我们古文共心堂按赞，有时候呢，那个跟佛教有关，她也会，她可能也学佛，可她从来不跟我交流，我就不知道什么。她至少比我专那个资深嘛，啊，她有专任的，然后她好像也是新课本的召集委员或怎样，那我也不知道她是编哪一课的。我们都是刘老师学员，都是我把我也没去跟你竞争这个，因为他学校不可能找两个文献专长的专任老师嘛。啊，我们真的要跟你争，可能也有的拼哦，对不对？虽然你是我学姐，可是你有信我，对不对？你也有福报，就好像我说一句话，当然有点大言不惭呐、啊。可是我是客观讲，不是有字啊。黄老师也信上帝，可能所以上帝派我这个。来服侍他嘛，对不对？他有福报才碰得到我这个学生，所以他有一天跟我讲，不是我们吹牛，他说他在全中文界、全国中文界、全台湾和全世界，你是这个电脑最厉害，我说不敢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哲夫老师啊，你怎么竟然忘了姓？陈玉夫啦，对不起，天哪，武哲夫老师那是我指导老师，不是考试委员。我常这两个陈玉夫、吴哲夫可能有夫我都会弄错啊，就奇怪，其实完全不是同一个啊。像陈玉夫老师，他帮故宫还做那个资料库检索安全，还是他自己做的，后来贡献给故宫。那我不行啊，可是我有些是可以，像 BBA 这些啊，黄老师就对啊，我们真的要蒙起来。可是你看我们，你看老师自己掏腰包请我，我们有没有说？会一些，我除了国文专业，对不对？我还是中文博士啊，会这个电脑，我给他敲竹杠说要多一点。那老师也不好意思，你博士他可能会多给你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说啊需要加薪或怎样，完全都不会。我只要吃得饱、穿得暖，什么都不求。那我们来这个职位也是啊，可是你今天既然是学姐或我们自己人，对不对？在这里就录了，你也来跟我既然有交集，对不对？也许你还偷看我们那个，那。你自己比较，我这样讲解跟你们这个准备的课本是一样。以后像那个空白可以填满多几个，你看这样，多几个讲清楚一点哦。这是字形结构这样，对学生有什么不好？尤其这个太不应该了嘛。我们你看，我们也是找到这个出处啦，你们注的是对，我们不否定这个对。可是人家哪有？人家是说千里可以缩成地图，你这个顿。这个顿形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东西嘛，你一定要顿形干什么？那不是土行孙会缩地数？土行孙我没有记错吧？像那个道道道非常道有没有？那个王张学友演的那个叫什么诸葛？不是诸葛叫什么？道道道，他也会顿地啊！你自己看那个电影就知道。应该是到了第二集嘛，就出现张学友啦，他就会遁地啦，第二集就蛮烂的。那张学友啊，对不对？张学友不知道演什么，哦，不要刘兆佑，对不起，刘兆佑老师哈，那我知道了，张学友燕赤霞啊，怎么会？哦，对，他演燕赤啊，哎，哪一个是会遁地？对啊，哦，他演的燕赤侠，年轻燕赤侠哦，很奠定遁，那叫遁地术嘛。
哪有这样啊？那你用一个遁，你看，你用遁地术。好，这里没有遁地。啊，到时候上课还要播一段电影给大家看。你看遁地啊，啊，飞天遁地嘛，怎么可以是？他用遁就有一点遁地之术嘛，土行遁。对啊，土行遁是会遁地的，你看。他小说人物啊，《封神榜》不是真的。他最厉害的神通就是遁地嘛，但是不是称霸诸雄嘛，称雄诸神啊。他这里干嘛要遁地啊？遁地跟地震什么关系？遁地精确把那个妖怪除掉嘛，就不会地震了。就讲给那个学姐听，他常常会不时会来我们国文共欣赏，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定会分享到国文共欣赏。哎，不能这样嘛！所以你看，我们都还没有照抄人家的，对不对？只用这个。你看人家是化远为近，哎，怎么会遁地呢？哎，这真的下一集我们再细究。他连这个都错了，我们这里是录这个，对不对？这是错的。哎，所以要给他标什么红字起来。我们真希望我们是烂爆的老师，哎，烂爆啊！为什么我们不是烂爆哎，却是课本或者资料烂爆呢？啊，哪有这一段呢？你们也一同见证，哪有这一段？啊，阿弥陀佛，下一次吧。大家夜梦吉祥，大愿真心，南无阿弥陀佛。